Sí.晚上好，老铁们。嘟嘟嘟嘟。谢谢，谢谢。卡卡的，怎么会？谢谢，哎呀，我看行。谢谢我无糖气泡水，无糖气泡水老师，感谢。刚看 vlog， 哦，我都忘记了。很糊吗？是不是我这里的问题啊？我搞到亮的地方看一下。这里还糊吗？这里还糊吗？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太暗了，和你撞衫了，切切切！晚上好，老铁们，今天吃一个牛肉面，这衣服真的很好看啊，老铁。37这边没有插37的地方，因为我就煮一下，煮一下就好了。吴老师在搞那个链接什么的，怎么热得这么慢呢？vlog 还没看完，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网速好差，那视频上传了得有一个多小时才上传上去，然后又审核什么的，可能上去比较晚了。明天要上班了，新衣服在哪里看？新衣服在我的微博和吴老师的微博都有发哦，虽然还没有发完，但是已经有一些款有照片给大家看了。最近确实瘦了好多好吃的蛋白棒啊！哎，我说实话，蛋白棒这种东西很难做的非常非常好吃，所以我不知道你定义对好吃的定义是什么。就它蛋白棒，大部分它就是为了让你，它就有它那个效果嘛。但是，你要说像那种巧克力棒啊，像威化一样那么好吃，肯定还是难。4分钟。他在绑链接什么的，稍等。哎，怎么有胡子？他在绑链接什么的，不要着急呀，老铁们。我在这里主持的，他要搞一些链接什么的，我们分工合作。点莓果和巧克力味道的，我看着有人下单了啊！这么快，我这还能看到 ID 呢。哟，看着麦芽糖老师和乖宝宝偷偷就是什么都没偷买，什么都没开始就开始买了。偷买，那呗。现在我就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真的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我看一下几号链接啊？一号链接。还有一号链接的这个面，天哪，谁研究的呢？你说，老天，买过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真的好吃的要命，确实。我又忘了给我妈妈寄吃的，又忘记啦。你又看到了，明天吧，明天吧。每次问我都说明天，第二天就忘了。Carina 下单三号产品，又忘了，不好意思，sorry 啦。小的也快的下单五号产品，哟，你看我高兴吗？下单11号产品，哟，什么都没讲的就买，老天。有粗面版的吗？你喜欢吃粗面的是吧？哦，我们去跟他要一下吧。嗯，因为我们觉得细面的好吃一些，因为细面更入味儿。你个人觉得？没有个人觉得，但它味道其实都很好吃，它就是它那个酱啊，包括那个牛肉啊，都很好吃。粗面细面都是一样，只有面的区别。
薏米水它在组装里也买不了是吧？我先把它从这里面删掉。薏米水没有库存。哦。几号链接的饮料好喝？好，我来给你看一下啊。饮料十号链接、十一号链接、十二号链接，这三个都好喝的要命，看你个人喜好啊。是的，十号链接就是山楂汁，就是小山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就太小了，一口就喝完了。但是它没有其他任何缺点，又好喝，这个配料表又健康。完了呢，十一号链接呢就是十号链接是哪个来着？看一眼。十一号链接也是配料表非常健康，然后缺点跟那个十号链接一样的。太少了，两款都是妈妈放心的果汁啊，鸡胸肉。他们说桃李的牛角包给他们上一些。好，柠檬芭乐气泡水好，是那个就适合喜欢喝碳酸饮料的人。然后呢，十一号链接就是一个茶味饮料，那个东西它就是量又多，完了呢又好喝，看个人喜好吧。感谢我们达达老师的掌上萌珠。感谢我们大大老叔，我刷了他。鱼在呢，今天很活泼。就是点开他那个叫什么，点开那个叫什么小车，然后可以搜索你想要的东西。嗯嗯。素毛肚巨好吃，真巨好吃。宝宝，你先去帮我把那个自热小米饭拿过来吧，来吧，再拆一下。什么东西啊？高科技。又找了一个自热小米饭。你们看我新买的滤水盆儿，可好用了。它全是这样放着，完了就倒。感谢吧，安吉老师。感谢小天使，感谢我们天使老师，谢谢小天使的小花花。薏米水它不是卖空吗？我记得他不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的。卖这么好，打个电话给他。搞了个新口味的拌饭，不好意思。咔咔拌，我们以前不爱吃他们家的东西。欧亚 ，All right。Alright, OK, OK, alright, 一吃包当胎。完了，我上路。完了完了，你又怎么了？不播一嘞。桃李，我上了，老师。可能在，我看一下在几号链接啊。新款热米饭，我推荐这个剁椒牛肉的。老李在几号？应该新上的，应该在后面。我看看。呦呦呦呦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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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李在76号链接，桃李牛角包在76号链接。对，七十六是那个酵母面包，牛角面包，和熔岩蛋糕。然后，这个鸡胸肉那个袋鼠鸡胸肉饼在74号链接。数数数，蛋白棒啊 ，OK。空客的冲泡款。有吗？我也是问一下，他是没有回我吗？
耶、yeah。怎么在喷气呀、啊？因为他是喷气小子。真是吓人！真是吓人！媒体的评论都在苦苦下蛋，无语啦！只有杰尼龟开心的世界达成了。不好意思啊，上面还有一串小山楂，被发现了。冰箱里的还没喝完，非常的抱歉。你哭是哭是你，我都拿不下来，太重了。我拿得下来，非常的抱歉，非常抱歉。看到了吗？这么一大箱。冰箱贴介绍一下，不介绍。真的翻小黄车挑选中，这些是他房东自己的，可能是去那种去一个地方买的吧，不知道，不懂，不知道。这房东自己的？嗯，他自己的。啊，那呗。那小熊是我买的。哪个小熊？这个。哦，那个外面的小熊是吧？可以有灯的那个。嗯。灯也摔烂了。六十三号也没油了。啊。对啊，为啥买两个定时器啊？因为买一个要5块，买两个只要6块多。啊。我就买了个2套，哎，这都没部分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在橱窗里可以买，他在直播里，他上了直播的车之后，他就会显示没库存。啊啊！有些东西他可能就是在橱窗里可以就是下单。P 嘟嘟的吗？这多长时间来着？你是在 P 嘟嘟买的吗？是的。他是在 P 嘟嘟买的。多出来那个又好像没有什么必要，是吗？抽了。好，蛋白棒 ，OK。你们反正就是，蛋白棒。嗯，好了，给你们闻一下。放卧室什么的放卧室啊？另一个放卧室什么？不知道啊。什么的放卧室啊？计时器啊？为什么？当闹钟。洗澡吗？计算自己洗澡的时间。什么？这是倒计时，老铁，它不是算时间的。这也能开车？哎，老铁，我真服了。我整个这玩意儿干嘛呢？我倒计15分钟。啊，不行，不行，就得立即停止，立即停止。声音响了，立即停止。神经病。那个奶昔上一下 ，OK。奶昔。不行，不给他们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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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违规了？怎么违规了？又没卖计时器，神经。因为你是开车，上线奶昔。别开车啊！被提醒了。OK， 我上路。Nancy 在83号路 ，N 都，宝宝小心，我好饿，我也是，啊，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我也是，臭屎 ，OK， 开着，开着。我有一点摇摇欲坠的，老铁。
等会儿啊，再想一下，别整错了。先放这个，再放这个，再放辣椒，然后再放，再放肉，再放汁儿，再放面。这怎么给我提示呢？刚刚是什么？是卡了吗？刚刚给我发弹幕提示说，当前进房人数过多，赶紧去 PK 一下，活跃一下气氛。神经。给我提词弹幕呢？老铁们，给大家教授一个秘诀。做这个，如果买了这个牛肉面回去做的时候，你要炒，开炒的时候一定要开小火。什么东西？牛肉面吗？对，千万要谨记。OK 吃啊，抖音你真的是饿了。嘟嘟吃好吃吗？嘟嘟吃，他们都说很好吃嘞。我说实话，忘记搞个腿了。腿在哪？它不是加热一下就好了吗？嗯，哎呀，宝宝，你是一个小蠢猪，被自己蠢笑吗？我就放一半吧，放一多半。湿毒老铁们，他那个叫什么？移民水呀，他卖的太爆了，哎呀。怎么他们出一个东西卖爆一个东西啊？给你们上一个香菜汁吧。反正我是不会视频的啊。我们是不会视频的啊。嗯。你要小青柠 ，OK。还有那什么香菜面，那个碗盒出了一个那个香菜面，老铁。滚！我直接香菜专场。吓死了。我一个都不吃，我一个都不吃，就给你上了。小青柠，没有人喜欢香菜，没有人喜欢，谁喜欢？到底谁的喜欢？崩溃了。妈，我在我的购物车就搜不到小青柠了。老香了，就是这个味儿。可是你就算是喜欢香菜，你也不可能喝香菜汁吧？你有多爱香菜才能喝香菜汁啊？对呀，我真是不懂。你就像我们喜欢吃小炒黄牛肉，你也不会喝小炒黄牛肉汁儿吧？对呀、啊，对啊，你多喜欢吃香菜，你也不会喝那个香菜汁吧？真的有点夸张了，夸张，非常非常夸张。走你！我姑晚上好啊，少爷们，你姑老师不要急嘛。香菜是对啊，香菜只是个调味料嘛，不要着急，人生就是要慢慢度来。买买二万王大厨，哇哦，香拽了哦。哎呦我天哪，什么九宫格害你？你别说九宫格好吧，九宫格很好用，不是九宫格害的你。什么九宫格啊？牛肉饼。哇，老香了，是不是？你的薏米水还没有取。我是九宫格的那个叫什么呀？这么高下了。OK， 我把牛肉冰也上了，牛肉冰。
九宫格可好用了。哎呀，粘上了。九键就是好用，二十六键死不好用了。我九键闭着眼睛都能打字，二十六键你闭着眼睛能打字吗？老铁们，给你展示一下错误示范，如果你开大火就会变成这样，是吧？嗯，所以为什么要开小火？里面有一个我对你的爱，你看爱心啊，你把我的爱心扯烂了，没事，打开了，这是我对你的爱。算了，他没看到。擦狼黑哟，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就出锅了。哎，这个超好吃，这大块牛肉，老天爷！先来一块。好久没吃到了是吧？妈呀，好吃的要数了，好吃旁边人死了都不知道。哎，那还是算了。那还是不行，那还是不行啊！拍小红书，今天给自己做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魔法小厨灵。是我自己都觉得发神经，神经。这个是微辣的，刚刚好吃。微辣，放就是全放上也不会很辣，刚刚好吃。哎，你这小羊羊，你上车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吃。哎，有一点都不辣的吗？你就不放这个辣椒吗？你不放这个辣椒不就不辣了？一点都不辣。不愧是武汉人，站着就吃饭了。这和我是不是武汉人有什么关系？嗯，放了也不辣。嗯，这是在干嘛？尝一下辣不辣？辣不辣？这个咬碎怎么知道辣不辣？咬不碎，这是干辣椒。给我出一口。它是干辣椒，咬不烂。那你把它咬碎试试。我不要。哎，怎么这么好吃啊！老天哪，怎么这么好吃啊！没味道啊，里面。哦，哎呦，里面好辣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呦呦！哎呦呦！等一会儿，刚刚 PK 没有关，有人要求 PK， 赶紧 PK 关一下。哎呦！哎呦！有鸡儿啊！哎呦呦，有鸡儿，喝。哎，还是辣。
什么我怎么拿你儿子的那个叫什么饮料？别问人。哎，我还去你那。哎，すみません。天哪，这个辣椒怎么会这么辣呀？可它为什么炒出来不辣呢？不到啊。喝牛奶吗 ？OK， 我试一下。哎呦，哎呦姑，哎呦姑 ，QQ 星呢？我的 QQ 星呢 ？QQ 星，你过来拌饭吧，我给你找。饭，喝的这个吧。啊。谁？哎，这是白痴。哎呦，拉走汗都出来了。拉的我都流汗了，老铁，真的有用吗？家里什么东西都有，现在别找什么零食，家里都有。天哪，这饭，老天哪，不知道得多香。真的吗？完了。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哪，别害怕。嗯，太亮了吧，我搞暗一点就好了。嗯，有没有插散热器？哎，这里没有。哎，这里可以。哦，有插散热器，这边呢，这可以插吗？可以吧。米猪猪哪里哼哼唧唧了？他们哼了一声。哼了吗？哼了一声。猪猪米，猪猪米，猪猪米。OK， 简单的擦上也是擦热。现在好了吗？河北买不了，他可能怕它冻住吧。你们，我记得你们北方的那个叫什么？北方的都是就是发不了货，都是因为会被冻住。手机哪里歪了？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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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歪了，师傅说，对，嗯嗯，师傅说，树，好糊啊！为什么会马赛克啊？啊，是我网络的问题吗？为什么？这里 WiFi 超级近哎，家里没人用网的现在。对啊，你电脑没开吧？没开。我看看，我是有点马赛克。哎，怎么这么糊啊？退出再看一下，退出再听一下。我们看的怎么这么糊啊？是用的 WiFi 啊？是 WiFi 啊？
就有一丢丢糊，我也看着有一丢丢糊，现在好的，现在好的，你看。哦，动一下是不是就糊了？是的。是的。喂，感谢我安啾老师，感谢我安啾老师，感谢我们小天使的花开烂漫，感谢小天使。动一糊，问题我也不可能永远不动，应该是网的问题。感谢我们天使老师，感谢小天使，感谢小天使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感谢小天使，感谢我们安啾老师。感谢小天使的三只小鸡，不，感谢我们小天使老师。三猪小猪，给大家讲解一下大鸡腿。天哪，老天哪，不知道得有多香。又去干啥去了？去吧，老师。去吧，老师。去吧，小天使。去哪儿，宝宝？我找放歌的。好，用我手机放呗。啊。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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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就是用微波炉六分钟就可以吃了。啊，好看。哦，我们违规是因为我们太糊了。老弟，他提示我违规，说我们太糊了画面。我拿近一点呢。哎呀，好好吃啊。真的吗？不好意思啊，阿斗，实在是因为……哎呀，好好吃啊！谁没吃到这个，我真的会伤心。抖音好严格呀！好严格。没有，跟镜头没关系啊，老铁。真的跟镜头没关系，烤箱也可以，微波炉也可以，然后就直接煎也可以，直接用油煎也可以，有什么用什么。近一点会不会好一些？重开试一下。天哪，那重开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哦。还缺点糊。那我重开一下吧，重开一下吧。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又滑。这又是啥呀？啊？又是好了，你自己看去。你脸倒是抬起来呀，你在咕咕吃，看不见。哎，一动就糊。现在不糊嘞。你动一下呢。现在不糊嘞。哦，现在好一点了。哎，又有点。动起来就会。是，一动就重开一下吗？没事，重开吧，我重开一下试试好吧，也不耽误那个叫什么，我网重新连一下。你动一下。这什么意思啊？还好一些了。
好一些了吗？好像好一些了，是吧？嗯，好像好一些了啊、哦。地兔好多了、啊、先吃好吧，吃个大地兔。你吃啊，咬骨头了，咬下这块肉多。对，嗯，你就吃这边，这边这边有那个酱，好香，真熟。嗯，香拽了，鸡腿受了轻伤。对，这个鸡腿可以空气炸锅，嗯，是吧？对的。怎么还有一双筷子？我没吃饭呢，饿死了。再小一点。你鸡腿吃的是什么味道的？蜜汁卤香。鸡腿吃的是蜜汁卤香味的。这个饭吃的是泡椒牛肉。剁椒牛肉。剁椒牛肉。饭是剁椒牛肉的，有一点点辣，但是很好吃。嗯，它这个有汤汁，拌出来是这种颜色。不爱吃鸡皮可以吃这个大鸡腿吗？我说实话，我也不爱吃鸡皮，但我觉得它这鸡皮没味儿，是吧？嗯，没有那种鸡味儿，而且鸡皮很有味儿哎，就很有酱味儿。它鸡皮很有酱香味儿，但是没有那种鸡的腥味儿，真好。鸡没鸡味儿，猪没猪味儿，鸭没鸭味儿。鸭为什么没鸭味？嗯，不知道。哎，这饭也好好吃。厨房有那个去皮鸡腿，但是去皮鸡腿是那个。是那种真空的，真空的，真空包装的那种。我们俩去广东吃不了一点。没有啊，我们去广东的时候还可以啊。广东有辣的呀。嗯。广东挺多辣的东西吃的。你吃一口这个辣椒，真的想数。不吃，明知道吃了想数，我还吃。二号商品可以泡熟吗？二号是鸡腿啊。二号是鸡腿啊，嗯、泡不熟啊。嗯。鸡腿泡不熟。鸡腿你要去那个微波炉是吗？嗯。放在微波炉里就好了。或者烤箱啊，或者干嘛？如果你说你上学啊，我比如说我上学，我没地方那个，你找你附近随便一家便利店，然后给你热一下就行了。便利店都可以热，你让它放微波炉给你热几分钟就好了。那你要给他钱吗？不懂。我要买瓶水就行了。那个面，然后那个面能不能泡开？不行。为什么？这个面不行，这个要炒。哎，这真很好吃。就要开火，要煮要炒。它和那种面完全不一样啊。空气炸锅会香一点吗？哇，这就已经很香了，这句话可酱的就老香了。嗯嗯，空气炸锅更好吃啊。这两个饭我说实话，它的米饭口感不是很一样。嗯，
那个饭的米饭的口感更圆润一些，嗯，是吧？嗯，再说他们的口味差别蛮大的，嗯嗯，他们那个里面会有一个煲仔汁，嗯，它更像那种煲仔饭的味道，对，这个就是纯正的盖浇饭的味道。主播好可怜，两个人啃一个鸡腿。我愿意吃这种苦。嗯，他好喜欢吃那个鸡腿上面那个脆骨，老铁，好好吃。他好喜欢吃鸡腿上面的脆骨，就是难得搞下来。确实，这牛肉面真的太好吃了。你们很喜欢吗？但是确实也是，大家都喜欢吃那个脆骨，主要是那个脆骨，一个鸡腿上只有一个。如果那个脆骨一个鸡腿上有十个，你还会爱吃吗？你还会。宝宝还吃面吗？可是你不觉得那个脆骨就是嚼了之后，嚼了之后脸很酸吗？天哪，它只是脆骨，它又不是真骨头，怎么会酸呢？会呀、啊，你嚼了之后就是一直在那嚼，你脸就很酸啊。怎么会一直嚼？嚼两下就碎了？嚼两下你要把它碎的彻底呀、啊，你不能只碎一下下呀、啊。碎一下我就吃了。你要碎的彻底。不会吗？这个是里面就有的小勺子，是吧？嗯。这是饭里面自带的，筷子不是啊，筷子不是，筷子不是啊，筷子忘了是哪个品牌送给我们的。我的牙还可以，好吧。我牙小，我牙小只是证明它受力面积小，并不证明它是脆弱的。鸡爪还有啊，老铁，你点开这个购物车，在里面搜鸡爪就有了。吃饱了，下班了，那去坐地铁回家了。嗯，他不得出个两升装的吗？对呀、啊，是牛饮装啊。喝个这个吧。一个一个小，就那么小干嘛？就那么小干嘛？不知道现在人都想大的吗？对啊，你不知道这两天长沙那家店排队排队多少人？那专门卖大零食的，是吧？我没开个，等这段时间过去，我们再去买就行。你吃的有点少了，后面再挑一个什么东西吃吧。你怎么知道我吃的有点少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啊。没事，不吃一会儿还有品带吗？出去一下，谢谢。哎，摔倒了，肚子好痛。为什么？腹肌好痛。卷一卷昨天睡觉之前，两个人疯狂在那里做俯卧撑，他再吃半个小时就没有地铁了。我推荐的是芒果干燕麦 OK， 我推荐的是那个剁椒牛肉味的
剁椒牛肉味的啊，各位，那个米饭。喵喵喵喵喵喵。小五隔两周就来补芒果干，我都可以想象得到。到底是你想吃还是你儿子想吃？每周不都补？下次卷点别的吧。哪里不满足？做完100个俯卧撑，我感觉身材很好。不是一次性的，老铁，是分开做的啊。分开做的，不是一次性啊，不是一次性做100个。天哪！不能做双人俯卧撑吗？100个俯卧撑咋了？进去吧，进去。我又不是一次性做完。怎么了？对不对？对啊。哎，阿斌里面吴老师穿背心，看得出来身材很好。我跟你们讲，马上。我不信，现在穿上看看。不信算了。我跟你们讲啊，老铁们，马上开始那个叫什么过今天的视频啊。但是我要跟你们讲，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老铁们，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在长春，我在长沙，然后我们两个视频，你知道吧？我们两个视频。我说，他就反正就是大概就是，我说我去健身去了，我健身刚回家那种感觉，然后他说他也要健身，然后他说他不敢健身，不会健身，我说他说怎么办？我说你先在家里做俯卧撑吧，他说行，那我在家里做俯卧撑，然后他一个人在那个小蓝房里，就是在那个地上做俯卧撑，我跟他视频，然后看他做俯卧撑，他那时候做俯卧撑。只能做两个，记不记得？记得，做两个做的要死。嗯，然后那段时间，就是那段时间是吴老师第一次送我礼物。嗯，送了个瑜伽垫。不是。是什么？是一个那种做俯卧撑的那种辅助器。哦，对。那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送我礼物，当时给你买了一个那个，去看一下吧。我说哦，是什么？一打开，一个做俯卧撑的辅助器，就是那种有两个手持的东西吧，对，一个那种塑料垫子，塑料扣，完了呢，你就可以这样放上去，或者这样，或者这样。我给你们找出来看一下。你没买过，你绝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的，你绝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嗯，到底谁能懂呢？买了个这个，他也是那个叫什么？他也是那个叫什么？他就是，你叫小男孩嘛，要面子。他说我也要做俯卧撑，我也要锻炼，我要变壮壮嘟。我说行。我说那我给你买个这个，他说可以，你给我买，没有人做两个趴下了，不是，啊也是做两个趴下了，以前是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后来没用了？因为用了两次就坏了，坏了，烂东西，因为是在 Pinduoduo上买的，对，真的很差，你们别买啊，还不如直接在地上做呢，老铁，嗯呐，嗯那呗，还不如直接在地上做呢，
浪费钱。后来吴老师还给我买了一个那种弹力带，那种绷带一样的东西。总之就是说，总之就是开启他的健身生涯。嗯呐，真的。现在不一样的老铁，现在一次性可以做20个，差不多吧，十几个吧，20个。现在可以一次性做10几20个，昨天也做了100个去了，昨天加起来也做了100个去了。还是可以的，老铁，还是可以。天亮，你也做20个。不信没关系，不信就不信吧，我也不可能现在给你做。你可以做6个，好励志啊！刷到我那个吗？是有一个那个男大学生，他就是在网上发了个视频，然后说自己一天走了20万步什么什么的。我刷到了，他最后不是去走了吗？对，他真的真去走了。那你也没说啊，你说你可以一次性做100个。对，我没说。对啊，我就是告诉他不要像他一样，不要陷入自证陷阱。好，就别人说你不能，你就偷偷努力。我儿子可以做100个，我天哪。啊，你儿子是施瓦辛格。神力少年。神拳少年。天哪。直接开始。第一个品是什么？忘记了。这个吧，他们不是要这个吗？玉米汁，那个玉米汁老好喝了。小孩很容易啊，我觉得很难哎。是啊，我们做俯卧撑很难。玉米汁特别特别好喝，老铁，真超好喝。这个就是一股那种这个甜玉米的味道。这个水果玉米的味道。它不像别的玉米汁，它是那种糯玉米的味道。有透明的杯子吗？我去拿。好喝。好清爽，又甜甜的。我看看啊，喜欢。有嘞，配料只有饮用水和非转基因甜玉米加白砂糖啊。如果你们建议里面有糖的话，它就对有白砂糖的。如果你们建议里面有糖分的话，你就买那个没有糖的吧，买没那个没有糖都有一点。对，它配料只有这三个东西。你可以买那个叫什么？那个植物驾到的那个，那个是无糖的。有糖就可以买回去给别人喝。啊、你什么？听到了吗？玉米的声音。玉米的声音。玉米在叫。玉米的声音。嗯。还有沉淀物，是吧？啊，那种就那种鲜榨玉米的那种感觉。嗯，他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他在你的嘴巴里跟你说啊，我是鲜榨的。对，好喝，真特别好喝。他里面说，我是小鲜肉，小鲜米，你敢信吗？小男孩在戒糖，谁呀、啊？啊，你儿子，你儿子在戒糖、啊，他是在健身吗？还是你儿子在？就是他现在，哎，小精灵我没找到，在我的购物车里好像。而多小啊！如果是未成年的话，还是不建议这么早健身啊，会影响发育，是吗？哦，你不知道吗？就是在发育的时候去健身，做一些大力量的东西会影响发育，会长不高。确实，真的会长不高。确实，一定要就是差不多身体发育完全了，你再去健身。确实。啊！有小青柠吗？没找到。小青柠要去外，我搞不进来，搞不进来，要大家去，你可能要去橱窗里面搜索一下小青柠汁主页看吧，青柠了，嗯，就是那个在主页里面看吧，玉米汁非常好，有点词穷了，现在好久没带货了，有点忘了，非常好，上次带货什么时候？里面装着一个1.87米的，那个。
别乱说，体育大学生，那谁会买呀？臭死了，臭捧的。哦，不行，1.87米的艺术生，那也不行，艺术生也不行吧？不行，装的里面装的是我们的可爱香香米米，可爱香香米米，对，是香香米米的味道。米米也臭烘烘的，哎呀，香香的。算你想里面装什么装什么吧，对，想装什么装什么吧。啊，米米洗完澡的味道啊，清香。里面装一个1.80米的奶 T， 也行也行。想装什么装什么啊，想装什么装什么吧，想装什么吧。嗯，到时候你就是在那个路上，你拿着一瓶这个，然后突然发现你的 crush， 你的 crush，哎，老铁，什么高级词汇，对，在那个路上说，哎，哎，这个人，哎，你好，是我的 crush， 你手里面拿的是啊，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哦，啊，是玉米汁。他这个时候他会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嗯，所那个吸引，然后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痴迷于你，对。什么？你喜欢吗？我喜欢。这只有这一瓶了，给你吧。喜欢的不是玉米汁，啊，而是你。跨时，安娜，跨时。Crush 啊 ，Crush 啊 ，Crush 啊，让 Crush 心动的玉米汁啊。对。让 Crush 心动的会被告上法庭吗？当然不会了，怎么可能呢？好，快点，这个我很想吃，我求求你了。啊，大家喜欢，大家喜欢玉米汁的可以去拍啊。下一个先弹出来吧。是你的玉米汁，不是你的玉米汁。下一个先弹出来吧。猪儿买了啊！你看你，来，我想吃这个，这个，我今天最期待的东西，放到最后好吧？为什么？先推下一个，我就想吃这个，就放到这个放到最后讲。我现在就想吃，你求求我，你冷不丁，你冷声，说，快点，说，说不拿了。我去拿，不说不拿，你走不了。我自己拿，不行，我自己拿。冷不丁的喽，我去，你说，快点。哎呀呀，我说，好好说。哎呦呀，好好说。哎，不行，你笑着你就痛。哎呀，哎呦，冷不丁的，你好好说，你好。冷不丁的。神经，是什么味道的？反正不是榴莲的。有超妹，有榴莲，我要吃超妹，我要吃超妹，还有葡萄，我要吃超妹，还有桃子，我要吃桃子，桃子。我要吃桃子。榴莲的我会把就是说从这里扔到那个香江里去，各位，我会把榴莲的那个就是榴莲的那个东西扔到香江里去。会员，会员果汁啊，会员果汁，他们家的冻冰淇淋，冻冰淇淋，冻冰淇淋，小冰沙啊，这是热带水果味儿，绿色的，是不是热带水果味儿？抽给你们都化了。这个是橘子味儿，这个是草莓味儿，草莓味儿，这个是榴莲味儿，嗯，扔掉，这是榴莲味儿，这个是我的桃子呢？哦，这个是桃子，这个是桃子味儿 ，peach 的味道 ，peach 的味道 ，peach， 一共就是五个味道，走开，我直接拆一盒，那我吃一个热带水果的吧。终于可以吃到冰淇淋了，马上就要到热，是不是？到时候一晚上吃冰淇淋，第二天苦苦拉肚。马上就到夏天了，各位，到时候晚上推的全是冰淇淋。但是大家都好像喜欢冬天吃冰淇淋，哎。哎，好可爱呀，长得小小肚。那不然呢？咋吃呢？不是小小肚，大大肚。啊，把字剪开。OK，
然后搞一个口子，哎，然后从这里往上挤，哎呀，好冻死我！有是有点冷，是有点，但冻得有点太那个了，感觉有点梆梆硬的。嗯，好好吃啊！我晕。嗯，我觉得好好吃。你是什么味道？你就给我吃。你尝一口，你吃的老好吃。没有我桃子的好吃，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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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吃。嗯，这到手之后啊，你也可以直接吃。你如果吃得完的话，咱也可以放冰箱里边啊。然后它这个盒子，它基本上是不会变形的，不像那种袋装雪糕，你如果是化了之后再冻起来，它就会干嘛？就会变形，是不是？它就会变得很软。这个不会啊，放心吃，放心买，一次多买点也没事，咱冬天了咱就往往死吃，那、啊、不是夏天。哦，是这样，看、哎、棒冰冰的棒别掉了，北漂棒冰屁股在北边跑。嗯，没戏吧？就吃一口你的呗。可以备注不要榴莲吗？应该可以吧？可以吧？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嗯，确实确实好吃。我这也很好吃啊。我的好吃一些。我的好吃。我的好吃一些。我的好吃。我的好吃一些。我的好吃。我的好吃。就吃一口。嗯，好好吃啊。马上天就热起来了啊，然后你们那边如果天气也不冷不凉快的话，买了就吃。嗯。天气不凉快。就热，哎呦老天哪！会很甜吗？我觉得不是很甜，不是那种甜的很齁的那种感觉、嗯。我感觉这个特别适合干嘛？就爱喝啤酒的人，可以把这个玩意搞到啤酒里。爱喝什么？啤酒。把这玩意搞到啤酒里？嗯。神经！你小时候没有人那样喝过吗？就是我们那边很多人他会放一个那种小冰棒，你知道吗？就老冰棍儿放到里面，冰沙就变得很好。它就是那种冰沙，嗯，它不是那种冰块儿，老铁，它就是那种冰沙。是的，你们那里没有人这样吃过吗？你爸会这样是吧？有很多人会这样，就是它酒味是没那么重，是吗？对，就不会那么难喝。这是六号链接啊，这是六号。你们那放雪莲冰块，是吗？我还试过，是好喝的，好像。因为我这个人，我滴酒不沾。对，我这个人就是从来不会喝这个八加一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对，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然后对，一盒有六个啊，一盒有六个。嗯，后面这不是我的，我同事不相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信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啊，我没说不信啊。关你屁事。我没说不信啊，你骂我干什么？你这个好不讲道理啊，你这是霸凌我。哇，还是吃完了。我们在哪？这吧，我就下一个。我们在这个会员的源头工厂啊，为大家直接带来这些好吃的冰沙。带下一个品的时候，我们再去下一个工厂。我吃完了。
帮我拿一下，把这些放那个手，别偷吃啊！我盯着你呢。哎，我吃，别偷吃啊！哎，哎，拿来吧你。拿没拿过来呀？啥玩意儿？西梅汁。快点花汁儿。干嘛？配料包。刚才是在干嘛？前面那一段是在我找造势啊，我在找配料表。我找一配料表嘛。配料表，西梅原汁。没有了，嗯。保质期270天啊。没有说要冷藏放啊，冷藏口味更佳啊，常温储存可以避免阳光直射啊，避免阳光直射。您不是之前有人要西梅汁吗，老铁？这个东西少喝点啊，喝完一会儿上厕所去。真的假多？上面写的快乐噗噗。那我喝，喝了回去下班。要兑水吗？这个不用兑水，直接喝就可以了。这个、不用兑水，我尝一口啊。西梅喝了上厕所超爽，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啊，没有什么那个呀，酸酸甜甜的。那么多人想喝西梅汁，真的挺好喝的。那好的呀，那要买的呀。那好的呀，一盒等于13颗西梅。西梅好吃吗？西梅挺好吃的呀，我等着。但我很好奇，如果他有这么厉害，那你喝了怎么办呢？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了。嗯，你喝了会怎么样呢？我本来就很厉害，当然了，你知道吗？喝完之后，今天晚上就可以住在厕所里。你们什么？我看一下，我们儿科医生兑水给宝宝喝啊。All right， 我就不喝了吧，我怕我上厕所。不噗噗来找你们啊、哦！知道了，吃吧，回去吃吧。嗯，祝你扑个好扑。史蒂的奶还有吗？是那个 QQ 星是吧？有啊，有啊，在我们橱窗里就可以找到了。橱窗里可以搜索一下。那边有毒物，有毒物。对，这股你们这个叫什么？自己考虑吧。嗯。你是想当快乐噗噗，还是快乐噗噗自己这那个叫什么考虑吧？好吧。但是我不能给你完全就是说，我不能给你这个叫什么保证啊？这个就是说，对，嗯嗯，我不能给你保证。你给你保证。你是什么东西？噗噗困难户。哦，小青青出场也没有了。哦，他跟弄他，那我再喊他，这就那个一声吧。那个一下吧。嗯，这个就是说，嗯，好，翻译你自己考虑一下吧，你自己那个一下吧，好吧，嗯，那棵树。刚才是噗噗啊，现在是蓬蓬啊。到这个了吗？
虾片啊，那怎么这么好吃啊？咸香诱人，咔嚓酥脆，脆脆的，爱脆脆的，爱吃脆脆东西的人有福了啊！够多少装啊？好吃啊！大概有这么多，大概有这么大一包啊，这么大一包。可是它做难的话就容易压碎啊。买下来之后可以收获半袋空气和半袋薯片、虾片，有密封条，有密封条，吃不完可以密封上。有的。可以密封的。你每天你干什么呢？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就吃；你和你的 crush 看电影的时候，你就带着这个东西走。是不是你和你的 crush 约出去，你说宝宝今天我们出去看看电影吧，我们去电影院，电影院的爆米花40块钱一桶，老铁，你在电影院买爆米花40块钱一桶，你直接你带一个这个过去，9.9元，但是我这个东西不建议咱们上学的人买啊。为什么？他不在寝室的，我不建议你们买，因为如果自己一个人偷偷吃的话，他估计能吃一个礼拜。你要在宿舍啊，在教室这种地方拆开，30分钟就没了。7.9元，你直接把它抱到那个电影院去。你说宝宝，今天不用你花40块钱买爆米花，我带了比爆米花更好吃的3只老松鼠的小虾片，直接省去40块钱。你是上学去，你是上课了。你说哎呀，整个这个吃吧，刚拆开，一看，哎，怎么没了？哎，你旁边的人都是这样的，嗯，要不呢你就看好一点，就看好一点，你就这样拆，你这样拆啊，这样拆了吃，完了呢上厕所你也抱着，别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对，不然让你那些个馋，你这个确实是有啊，馋杯同学啊，上来就啊，给我一片吧，给我一片吧，我也想吃一个，给我尝尝吧，哎，这好棒吃啊，这好棒吃。对不对？对，这个确实，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带到教室里去啊。这实话是实话。这个你们如果就是说，因为它就是就算是放到寝室里，它也不安全。放到教室里就更恐怖了啊。再一个了，你拿这个玩意去教室，老师现在上课了是？对。我老听这下边咔嚓咔嚓的呢。嗯。怎么没一个人说话？都在这吃啥呢？都给我吃吃，站起来。结果他所有人都站起来了。都给我站起来。所有人都站起来了，全班50个同学都站了，站起来。然后老师问了，哪来的吃的？哪来？他们就指你。买了 crush 会叫你宝宝吗？当然会了，当然会了。买了会有奶梯吗？他不是有了吗？嗯，刚才买的那个玉米。人不要太贪心啊！嗯，啊，人不要太贪心，奶梯只要一个就可以了，太奶了也不行，保质期9个月。9个月啊，保质期9个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嗯啊，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嗯，上班的时候可以吃，上学的时候可以吃，旅游的时候可以吃，坐车的时候可以吃，老好吃了，吃饭的时候可以吃，睡觉的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只要你想吃，想吃就能吃，吃饭就好好吃饭呗。抱着你的奶梯，让你的奶梯喂你吃，吓死我！如果说你要是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他，对不对？然后依靠这个呢，你也没能拿下他，那怎么办呢？你就是在看完电影之后，你说他说啊，不好意思，我今天先回去了，你就等一下。他说嗯，怎么了？我说收，给他收里边来，正好，正好给他收进来。回家之后，你就放，都把他放出来。
怎么理我呀哥？怎么不理我呀？我看你是有点崩。Are you okay？ 吃饱了。还有什么？我吃两口来。尝尝咸蛋。咸蛋是啥呀？没，我没上咸蛋啊。是咸是哪有咸蛋啊？我没上咸蛋。有啊。啥有咸蛋？有啊。哪个呀？有啊。哪里啊？有啊。没有咸蛋？有啊。没有啊。有啊。没有啊。有啊。在哪里呢？哎，对了，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就是别人跟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的时候，你就回答，嗯，不是。你是猪吗？嗯，不是。你不是猪吗？嗯，不是。那这个场景是那种，就是别人很认真的时候，嗯，他很严肃的去跟你说话，嗯，然后特别烦那种人，嗯，就比如他说，哎呦，我听说你这个成绩不真实啊，嗯，不是。他说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你这人怎么？我好好跟你说呢，嗯，不是。他说你这人就不知好歹，嗯，我就是诚心诚意，我提醒你，我说你的作业那个有问题，嗯，不是。咸，把别人贱死。嗯，感觉挨打的很实用，怎么可能呢？特别是面对那种没不好跟你翻脸的那种讨厌人，是吗？嗯，你让他难过就行了呗。对啊，让他难过就行了，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莫名其妙，以后不敢跟你了。那个说啊，嗯，那个说，再推一次小山楂。小山楂、啊，哎，也不需要怎么推了，就放在这里吧，放在这里啊，喝一瓶就好了。来，给你看看。啊，喝。放在这儿啊，自己买吧。你自己给自己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吧，来。哦。哎，不行啊，不能说脏话啊，不能说脏话，让你介绍不能说脏话啊，听着没？好好说啊。嗯，完了吗这个？吐进去了，晕死！哎呀，这是我招的猪。老铁们，买了这个就可以跟自己的小山楂，不对，跟自己可拉西。跟自己克拉西，跟自己的克拉西，就是共喝一个，共喝一杯，共享一杯啊！对，你想想多浪漫的事情，非常浪漫。你带一瓶小山楂，你做一个心机，你做一个心机人啊，心机非常心机。你出去玩只带一瓶小山楂，带两个吸管。你的克拉西在那个公园里面跟你说，他说：“宝宝，我有点渴了，你有带水吗？”你拿出一瓶小山楂，你说啊啊，你不介意的话，跟我一起喝一下我们这个吧。不好意思，哥哥，我只带了一瓶，哎，但是我带了两根吸管。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先不那样，这样会显得咱们不矜持，对不对？嗯、好，你可以这样拿出这个说，哎，你好，我这个你要不要喝？可以啊。啊，嗯，不是，你喝，不要。不像我，没有我都贱。不要，那就算了。嗯，要这样啊，要这样，听到没有？要这样，你不能说直接上来说，哎，你跟我一起喝，不能这样啊，这样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多坏的人。有点神经，多坏的人。你先给他喝，对，你喝吧，我然后、嗯、这样的啊，对，悟了吗？悟了吗？各位，是的，对，嗯，我渴了，他还跟我分享那么小，我再不给，哎，好吧。那你就自己喝吧，没关系的，没有分享欲，可以，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是别人骂我神经病，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凭什么他跟我分享？喝死别人，真的很那个，好吧。然后这个也要讲一下，嗯，因为他最近又上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一看就给小朋友背的，一看就给小朋友背的，那呗，给美美背真好。上了个小包，老铁。上了小包，喜欢小包的人就服了。这么小，正面给大家看正面啊。我就是爱马仕。不是，你回去，你拿这个包回去，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女儿说，你说宝宝，妈妈给你买了一个 Birkin， 对，妈妈给你买了一个 Birkin， 配货配了100多个 W， 爱马仕橙，满经典色，爱马仕橙，回去偷偷把这边字给它抠了。你这个去，这是那个小西柚，对你骗他说，你说这个是你平时爱喝的那个西柚汁儿，跟妈妈最爱买的爱马仕的联名，哎，妈妈今天买的时候给你也买了一个 Birkin， 哎，联名版，哎，一人水到货了，哦，不许到货，谁允许的？给装饭盒，装饭盒，感觉有点悬，我感觉不够，除非你是那种很长条、很高的饭盒。哦哦，你可以，你可以啊，你可以这样装，你可以这样装，这样装可以。怎么能骗小孩呢？哎呀，也是，也是，也是，啊，那算了吧。没说送包啊？没说送包？他送了，他说了，我等一下，我看一下他是什么机制啊？说了，我看一下他的机制啊。这边呢，就是调查一下。哎，喂，你好，你们家这个西柚汁什么机制啊？嗯，那空客冲泡款库存不足下架了。库存不足下架了，空客冲泡款啊，有货的时候再给大家上吧。怎么都没货了呀？这个是43.9元到手三提，18袋，18袋加一个包包啊。这个有新链接吗？还是之前的链接就有，是43.9米，三袋，一共18袋，页数，一共18个小袋，页数，然后送一个毛毡宝啊，页数，对，平时你出去，比如说你拿这个包，你出去如果有坏人跟踪你怎么办？哎，就把它戴头上。12的选项没看链接，看一下，他就不敢了，他不敢了，是不是啊？宝宝，他说：“哎，哪来的皇帝？对不对？吓死了！咪咪咪咪，稍等一下，吴老师给大家找一下链接。神经病似的，你就是抠。哦，对哦，这是12代的，链接不对是吧？嗯，链接重绑一下吧，来给它下掉。下一个吧。”这毛毡宝想买的，等一会儿啊，看他回复我们的。那呗。他那个机制，大家清楚的机制没有给我链接。43.9元啊。确实没给我链接。他没给我们链接。嗯。坏坏赌。坏坏赌。坏坏赌。我看他这个机制了。不给上链接呢。我以为他会保到之前的他那个叫什么里面的。坏坏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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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他了。坏坏赌你。坏坏赌，火速。椰薯能喝吗？为什么一直说椰薯？椰薯，椰薯是啥呀？椰薯啊，是yes的意思啊。喝枸杞有多少包啊？那个枸杞是吧？那个枸杞有，看我干什么？我都上别的东西。我怎么刚在哪看？那枸杞有多少包？哪一位同学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位同学的问题呢？老师当然是知道的，但是老师想考一考大家，看大家知识有没有记熟。来，有没有小朋友知道枸杞一共有多少包？10包。哎，感谢这位同学，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就是10包，没错，是吧？老师，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出去啊，不知道出去啊。这个昨天让大家复习过啊，十包。我是一个非常信任同学的老师啊。怎么了？我姑姑找我要吃的。好，但是那些我都没有吧？鸭舌还没有。印度捞面。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哎，这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啊！老师讲了很多次了。老铁，我姑姑看我们直播，把我们俩截图了。
妈呀，老天爷！老天，这孩子吃成翘嘴了都。看我们直播，给我们俩截图，给俩孩子吃成翘嘴了，你们看看。先让我给他，先让我给他寄吃的。不要，进来就是一番选购。我们都找找，我们都找找。老师，你要吃鸡爪？鸡爪可以搜啊，有很多种鸡爪，有这个王小鲁的虎皮凤爪，还有一些五谷凤爪啊。王小鲁他们家也有五谷凤爪，看你喜欢。他说有没有这只的？快递给我吃。这个没有，这个我也想吃。哎，好多以前的东西都好想吃啊，一个都没了，他们也不补。你不坏坏，你不给人家带，人凭什么给你补啊？哦哦，对哦，他没给我货，我怎么给他带呢？我手里都没东西，那怎么给他带呢？那搞笑。哎，哎，老铁，痞老板，痞老板。等他把一人水上了啊，我想买一人水。哎呀，怎么办？有点香，那呗，特别特别香。你们真是不懂得欣赏。吃饱开始发疯，那呗。还有什么品吗？薏仁水啊。除了薏仁水还有吗？没有，睡觉去了。哎，这个呢？这个没带吗？这是啥呀？哦对哦，你搞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呢？是啊。好啊，你去化个浓妆现在。行啊，你稍等我一下，化个浓妆。对，化个浓妆给你们试一下那个卸妆的。稍等啊，老铁，薏仁水也有货了啊！这里薏仁水也有货了，他刚补上，他不一定这个库存，可能又过个两天又没有了。辣子鸡说过吗？不瞒你说，呱呱老师，盛农给我寄的快递丢了。今天的这个鸡腿还是我自费买的，我本来还想买一个嘟嘟翅的，但是超市里面买不到嘟嘟翅了，我只能买到一个鸡腿。真的是丢了，为什么有的人还怀疑我们是我们自己把它吃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子想我们呢？为什么？我真的生气了。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真的丢了，是王宝偷吃了吗？怎么会呢？大家怎么会这么想呢？太多了，他一个人吃不完。不是说是两个人吃的，是真的丢了，是真的丢了。我都自费买了个大鸡腿，这鸡腿我在那个超市里买要13块钱一个，老贵了。是13吗？老铁们，大浓妆化好了，给大家看一下，非常诱惑的一张脸啊。对，这个鸡腿，这个鸡腿我在线下买13块钱一个，没骗你们啊。等一下，我没添加呢，等一下。啊？啊？大浓妆，非常非常漂亮啊！我也想画一个，我也想画一个，老婆。我也想化妆，好吧。
等我一下，等吴老师画好啊，画好给大家就是展示一下，非常美丽的一张脸啊，哎呦漂亮，大红唇，是不是啊？有活力的睫毛，对，这是大浓妆，画大浓妆的时候用一下这个，惊艳到了是不是啊？啊，挺漂亮的，惊艳全场了。白这张脸有点不开心，没有，它就是这样一种纯欲的感觉，一种纯欲就是这种感觉的。问号扣累了，价格不对，哪个价格不对？哪个？一人水，一米水，价格不对。好啊，一米水，跟我们玩心眼是吧？好啊你。啊，他说价格正在弄，价格正在弄，还在看直播，不好意思啊，误会你了，误会你了，价格还在弄，大家别急着下单啊，等他改完咱再买。买贵的就是买贵的，咱就是去找客服退下差价啊。宝宝画好了吗？等你呢，就等你呢。我这小人已经等你等待了。已经下了，已经下了的话，就是你去找客服退款，或者你现在直接把这单退了，等一会改好之后我们再买，因为他你现在也不会影响他发货时间的，我姐姐。马上就好，稍等去啊。OK。他都来这说了，就给他个机会吧。玉米汁好喝吗？非常好喝，老姐真非常好喝。它就是我吃大部分的玉米汁它会有什么味道，它是那种玉米须，它会有点发苦发涩的感觉，但这个完全没有，就很清甜的玉米味儿，然后是那种水果，搞好了是吧？哎呀好嘞好嘞，搞好了现在，然后再买贵的大家可以退掉然后重新买一下。会不会很甜？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它里面的甜就是一点点的点缀作用，它更多的就是玉米味儿。买回去试一下，喝玉米汁可以用你八块腹肌吗？可以，想要什么都可以啊，喝玉米汁，想要什么都可以。别想得美了。卫衣好看，卫衣好看啊！卫衣是在这个淘宝 OKDOKI 直播间买的，非常非常划算。他们家衣服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衣服质量又好，完了呢又舒服穿着。老天的太喜欢了 OKDOKI 啊，没有的话来找我，行来找吧，嗯，到时候我就跑。我画好了。你很喜欢他们家衣服对吧，有眼光。我画好了，哥哥们，看你的漂不漂亮。我的漂亮多了。我看你的有我的漂亮吗？跟你的应该是一对吧。哦不对，我不相信。Ladder， 我们是 Ladder。 我看看你的有多漂亮。丑鼠啦，我的好看，我这个漂亮，现在淡妆才是主流好吗？你这个妆太浓了，我的好看，你这谁蜡笔小新啊？我这很漂亮啊，我这漂亮些，我这个更柔美。什么呀，你这是丑死了，我这很漂亮的，丑死了，亲嘴吧。嗯，漂亮吗？丑死了，都丑。给大家卸一下啊！哎，我还没上呢，等一会儿。好，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卸妆的一个这个。也没拿水过来，一点都不专业。你要乳化，这是卸妆油，卸妆油是需要乳化的。当然现在不需要，但是等会要加水的。你懂得不专业。我先去接一杯水过来。小山楂为啥是49？啊？小山楂也贵了吗？小山楂也价格也不对吗？哎 ，PR， 你自己在直播间啊，你自己看到。哎呦，等一下啊，推宝宝推。哎，助理好凶，那宝贝助理可凶。要铺散粉啊、哦？要铺散粉，要给他定个妆是吧？好好好，我先给他定个妆。那我也要定妆啊。我也要定妆，快点，不然我妆脱了。快点儿，快点儿。来，给你定一下来。给我定一下妆。来，过来。哦，下单立减啊，它是29.9，你没下单，它就不会。口红蹭掉啦。谁定妆定嘴，把我口红全蹭掉了。
没事，漂亮，这个漂亮，淡妆漂亮啊。有病，淡妆漂亮。哎，定完妆之后就哑光的效果更漂亮了。天，这是大嘴猴。口晕染了，比刚刚美。你什么？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啊！来，你什么眼光？给大家卸一下。这个是我们平常健身喝蛋白粉的杯子。So， 我只是从里面搞点水而已。是啦，每天挨骂。看邦邦和玉质啊，哇哦！给他卸下妆啊。土豆泥面哪个味道好吃？原味最好吃啊，原味最好吃。这就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原味最好吃，孜然味儿。我来，我搞一点。再给我搞一点，睫毛膏涂的太浓了。而且看，还没有过水乳化的时候，其实已经卸到差不多了。我刚刚上了一个黑色的阴影，不是黑色的，对，黑色的阴影，然后一个珠光的高光，还有粉底液，还有遮瑕，还有一个口红，还有定妆啊。这样其实用油它都可以，已经就是搞掉了。然后水，搞点水。给大家看一下乳化。小小的五官居然是全妆，当然啦，当然啦，不管你的五官有多么精致，全妆是你对这个人的尊重。非常干净，老铁，感觉我手都白了一个度呢，天哪。那没有啊，非常干净啊，我上的东西很多，所以它就是也很快就卸掉了。你没把那个妆搞在里面吗？没事，到时候洗一下就行了。好吧。你的卸完没呢？卸完了呀。乳化了没呢？我没有乳化了。乳化一下。你先给大家看一下吧，现在这个样，就是初步用那个油给它搓掉之后的一个样啊，是吧？手都白了一圈。我直。第二单没有那个叫什么的吗？没券你可以去问客服啊。第一单买的是正常的是吧？第二单就没有优惠券了。那我会不会白呢？要分开下单是吧？哦，他们说要分开下单，不要一次性买两个。都挺黑，我手比我脸黑呀、啊！沙包大的拳头，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小渣渣，你一次性下一单就是29.9，你下两单就是49.9加上29.9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是一单一单下是吧？如果要多买的话，那呗，多买的话要一单一单下哦，确认好价格。你注意下次洗干净再用 ，OK， 没有问题。啊，我每次用之前都会再洗一遍。啊，我的手机怎么了？买了卸妆乳，逼自己化妆。啊，这个蛮好用，而且它卸完之后非常非常的轻柔，一点都不紧绷啊。你看，我手完全没那种紧绷感，有些东西像卸妆产品用完之后真的会很紧。它用完之后你的手就小了一码，很干很紧，但这个完全不会啊。你本来是就是45码，味道也是那种清香，那种花香啊，挺清淡的花香的味道，没有那种很刺激的味道，不像别的那种香料味很重啊，不会。本来是45码的手，洗完手之后卸完妆就变成40码了。没有那些功效，没有那些功效，就只能把妆卸干净。嗯，也不会让你手变小，也不会让你别的地方变小，也不能把你别的地方变大，不行啊。辣不辣眼睛？辣不辣眼睛？我感觉除了我刚才妆化的那个妆有点辣眼睛之外，这个我说实话，
我觉得辣眼睛，看你怎么卸吧。你要是用那个，你要是用那个，就是化妆棉，你先搞一下，这样子敷一下，然后再这样揉的话会好一些。因为我们之前用的那个没有啊，你很贵的那个卸妆的，那个是眼唇卸妆液。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油、哦、但这个也是完全可以把眼妆卸掉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基本上不会，我们之前用的那个很贵的牌子我就不说了、很贵的它也会糊眼睛，对，可能是我卸妆的方式不对啊，老铁，它你就是如果你在眼睛这里揉它一定会糊眼睛，但是不会辣，轻柔一点嘛、哦、轻柔一点嘛，对，对自己就是都会有点糊眼睛，对，我买了很贵的那种品牌也是有点糊眼睛，可能我觉得我以为是我卸妆手法不对的，糊眼睛的话就没办法，辣眼睛是肯定不会啊，辣眼睛肯定不会、哦、你们可以买回去试，这个不会，我反正糊，我反正我糊了之后我就那个叫什么，我现在也没买了，现在不怎么买这个品牌了，哦，确实是这个目前不怎么买了，你分开卸是吧？哦，对，可是我们眼唇卸妆液卸啊，一边卸妆一边哭，因为我们不会，就是说没有你们专业，你知道吧？就是有时候眼睛也不会说像，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有时候出去就是拍摄啊，画眼睛，他也只会就是打个那种，就是用那种什么大地色给眼睛打个底，也不会画什么眼线啊，画这么多东西，画眼影什么的很难，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你们专业吧，就不会就是说一就专门用那种就是单独搞一个那个眼唇卸妆的去卸眼睛，对吧？其实揉揉就没了。还有吗？没啦，没啦。嗯，你们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没有的话，我下班了。啊？怎么啦？午餐肉，午餐肉啊，午餐肉。午餐肉是没有了。我们后面的咖啡，我看看。咖啡，这个。独角兽吧。独角兽。黑咖啡啊，黑咖啡，黑咖啡，这个是一袋一盒，这个是五十包啊，一包是两克，一共50包，一共100克，入水即溶，无反式脂肪酸，无蔗糖添加啊，很黑，很黑，够黑啊，那个叫什么？他买的时候他会送你，阿姨是拿这个回去了吧？他送你拿了好多咖啡回去了，你不记得了，反正这个下次给寄回去，我们也不喝。这个他会送你一包零蔗糖啊，如果你嫌苦可以加一点，嗯，就是他买他送的，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送了，当时是送了。这有位12号啊，12号是那个植物驾到吧？是的吧？是吗？是的，是的，是吧？无体坚尼龟专属。咖啡在。咖啡在88号啊，咖啡在88号。有人问你家麦片能上吗 ？OK， 麦片在那里，麦片在那里。后面架子上的小瓶子是什么？哪个东西啊？老师，小是这个吗？那些是他之前这是酱油，哪个是小瓶子？这个是12号链接啊，是乌龙茶，这个是金桂啊，这是茉莉青提绿盐绿茶，这个是金桂桃桃乌龙，这个乌龙茶啊，就茶味饮料，它不苦不涩，然后呢也不是那种非常甜腻的味道啊，清甜，非常好喝，而且一瓶有500毫升，足够大家喝啊，然后它也是零糖零卡的，喝了没负担，非常非常好喝，建议冷冻一下再喝啊。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青提，然后我们朋友也比较喜欢这个味道。我们朋友当然指的就是那个 Kita 老师和他们夫妻俩也比较喜欢喝这个。嗯，他们俩也比较喜欢喝这个味道。哦，是这个，这个，这是下饭酱啊，这个是拌饭酱，饭扫光这个酱。对，回去搞进去吧。下饭酱啊，这个特别特别香，但是它很辣，我提前告诉大家它很辣。所以如果说你对辣的接受程度不高的话，我建议你就是谨慎，如果真的特别特别想尝尝，你可以拍一点儿，你拍最少的，好不好？你回去先试试，这个真的很辣，买过的人有知道的吗？很辣，买了，嗯，有人买过吧？买过的应该都知道它很辣，我又搜不到，但它拌饭真的香的要命，没了，又偷偷下掉了，什么？
术前还在的。这个你搜不到是吧？嗯，看一下。奇怪，在几号链接？稍等啊，我给大家找一下。有点辣还行啊，可是我觉得很辣呀。看看是我，我的问题吗？你就特别辣。嗯，怎么没有啊？餐肉，好没看。餐肉，这之前还有剩的呀，怎么没有呢？妈，这个我没上过。那你们买了的人是在哪儿买的呢？别的地方买的呗。你没上过这个，你奇怪。我去找别人要，找他要一下啊！别着急，一直以为上过了呢。对啊，我以为上了。哎呀，蠢的受不了了，真是两个人，怎么办呢？这要是 good luck， 我真崩溃了。午餐会不会在冰箱？冰箱里没有，奇怪，服了。这十分有十二分不对劲。哎，之前是那个香菇酱，那香菇酱也挺好吃的，讲实话，怪不得没见过。是啊，上次好像还看到。我一点开，别说了。哎呀，气死我了！我只记得，我确实也记得那个香菇酱。他给人激情讲解。香菇酱确实还可以。丢人。啊，比小猪吃的那个辣椒辣吗？那没有那个辣了，老师。那个还是很辣。我吃的辣椒是那包辣薯。我差点自己变成一个辣椒，老铁。记得吗？那辣椒太辣了，但是你平常也不会自己吃辣椒啊。再买两罐 good luck， 确实还可以啊。 good luck 石头边，我看看石头边。老铁真找不着了，但是那午餐肉真的很好吃。我以前每次煮螺蛳粉都会放一个进去。是吗？一片一片切好的，一片一片，它不是那种盒装的。那石头饼那一片一片非常香，它也没有那种午餐肉的腥味儿。然后它整个肉都非常嫩，它整个肉质非常嫩，你用那种油锅稍微煎一下都非常香。午餐肉给大家上一下。午餐肉一片一片的很方便，你平时健身呢干嘛也可以吃那个东西。你早上起来啊，比如说你搞面包机，烤两个面包，完了你稍微煎一下这个，再煎个蛋，给它夹到一起，老香了。午餐肉，午餐肉啊，午餐肉在九十号链接啊，九十号链接现在给大家弹出来了。对，午餐肉非常非常好吃，小小的弹出来一下。石头饼在石头饼在八十九号链接啊。然后这个午餐啊。午餐肉是在酱的上面吗？啊，没有哎，没有哎。啊，你们说链接吗？啊，不知道，我这没找着午餐肉，烦人。哎，让一下哥哥，不让。这有吗？啊，这个不是。烦人呢。那个好像是里面要找不到样品了，找不到样品。下面这层，下面这层也没有。这是鸡胸肉饼，鸡胸肉饼也很好吃啊。午餐肉这是没有，奇怪。奇怪，很好吃啊，很好吃啊。在罐子上面放着，哦，原来是在上面放着的吗？那被你吃了呗，要不就被黄女士拿走了呗。被拿走了，黄姐，黄姐天天在我们这里拿东西走。气死了，被人偷了，被人偷走了，小偷。石头饼哪个味道好吃？麻辣味儿。我再告诉大家一遍，麻辣味的石头饼无脑冲，它完全不辣，它是酱香味的，其实算是。必须买啊，必须买啊！如果哪个人没买那个麻辣味石头饼，我真的生气。小偷，石头饼卖的应该不错吧？他为啥不给我们寄新的呢？你没找他要啊？他没有这个自觉。你把我手机拿去，你自己找别人要好吧？好，你想吃什么，你自己找别人要。好。
土豆泥推荐什么？我喜欢吃黑椒牛肉味的，是黑椒牛肉吧？土豆泥我推荐黑椒牛肉味的，我特别喜欢吃。然后黄女士他们喜欢吃那个培根的那个味道的。大饭店链接要了没有？我估计现在要不到，我给他发过消息了。现在是11点钟了，哪个运营还在上班呢？各位，除了那个小帅大的运营在我们直播间蹲着呢，还有谁哪个运营会上班呢？老铁，我已经给他发了，他不一定回。你11点钟会上班吗？杯装泡面你们推过吗？我忘记了，没有推过，没有吧？没有推过杯装的泡面，没有。他给我们寄过一次。谁给我们寄过一次？豆沙包。豆沙包给我们寄过一次。问你了，你没回他。那东西呢？不知道啊。被你偷偷吃了。一人水，老铁们，一人水和小山楂的运营是一个。一人水就是他们新出的品。没想到吧，都是小山楂公司的。是不是？哼，多西的，想到了啊。一米水出上了，现在有库存了，各位。一米水现在有库存了，都是好王水公司的，现在就是那个一米水可以买了。他刚刚在给我们那个加库存呢。你们新家地址跟他们说过吗？说过了。石头饼是小零食啊，我以为是煎的。记得我之前的家，我也有那个叫什么，快递提醒啊。就算知道我之前家，而且离这里不是很远。鸡腿的运营快来，没事，我明天找他给我再就是整一点。我这就是花，我买个品花就是要花就是十几块钱的，在网上买还是便宜些。6点以后收到的相关信息一律当没看到。去皮鸡腿，老师你是要吗？我给你把去皮鸡腿上来。刚刚还说要补什么来着？我怎么知道你要吃那么多东西？不是，我刚刚就说的。你说什么东西来着？一米水的87号链接啊，各位，一米水的87号链接。那如果怎么了？那如果辣子鸡吃过后，我等你们介绍。好的，老师，等我们帮你试毒啊。好毒，等我帮你试。午餐肉说了，他马上给我们补。石头饼，补回来有啥用呢？他明天给你补了，你再带货又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了，他明天给你补了有什么用呢？还是被吃光了。疯狂补有什么用呢？石头饼超级多，真的超级多，而且很够吃，而且他吃完之后真的就是不会有那种负罪感，我感觉吧，他的东西吃完之后感觉一种很健康的感觉，不像吃那个薯片，好奇怪。薏米水终于有了，囤30瓶。老师，我把薏米水再给你谈一下啊。嗯，现在是有了，但是我不知道它会有多少啊。嗯，你们如果想喝的话可以那个叫什么，曾经的酷酷记得吗？还有希望吗？又一个月过去了，是什么来着？哦，你们说的那个是吧？哎呀，我还是不太好意思带。之前找我们那个品牌，不是那个品牌，后来也没有新的找我们了。对，后来也没有新的找我们，也就没好意思，没有去找，没有自己找了。哎，这店直播间全是运营啊！直播间的运营啊，如果听到我们嘴里面谈到你们这些，没事。他以后如果以后还有就是你们说的那些品牌大一点的来找我的话，我就那个，对，我还是会去聊一下。对，我就聊一下，因为上次不是那个品牌，我后来看了一下，我就说这个黄女士，她肯定偷偷有经常看我们直播。她上一次来我们家之后疯狂翻找，这不是没有什么没有没有老铁没有就是到什么为难我们。哎呀，没有啦，这个说的有点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说的太夸张了，没有没有啦，这不为难。这有啥？21世纪了，老铁，对啊，这没
有什么为难的。如果他找我们，我们就还是会带了。对，这没有什么为难的，老铁，这没有什么为难的，这是很正常的东西。对呀、啊，对呀、啊，这有啥的？对呀、啊，不要觉得羞耻啊，这又没啥的。啊，怕我们，因为我们是男孩子。主要我们只要是不方便带，就是不方便给大家就是去带啊，或者干嘛的。对。但是因为我没个女生嘛，那但是我刚才没说完，上次黄女士来我们家疯狂翻找翻找，我说哎、嗯、找什么呢？嗯，她说。哎，我听说你们不是带了那个什么东西吗？我想我这个正好，我想用一下。不是，但是你不是带了卫生巾吗？我说我没有带啊。他这翻半天，给米米穿，米米有他自己的纸尿裤。他怎么什么都要在我们这里拿呀？对呀、啊，奇怪，把午餐肉也偷走了，真讨厌，坏人。他是坏女人，坏女人什么都要偷，真是翻找。不过黄女士给我把我的那个柜子摆的还蛮好看的，确实确实，嗯，确实。原谅她五秒钟，原谅她五秒钟吧，确实确实。这次猪肉脯，哎，上次是不是留了一袋啊？我塞，被优美吃完了，优美吃完了。没有，我好像在那边吧？你上次不是给我剩了两块没让我吃吗？给我从我虎口夺食了。哎，我塞，真的有。对啊，被你抢走了，我都没吃完最后两片儿。我藏了很久，老铁。黄女士来了也没让她吃，胡大哥来了也没让她吃。而且他们很搞笑，来了就在这里找。他们来了就得找这个，来了就疯狂的找这个猪肉脯。我先把它删上去。来了就疯狂找。真的讨厌，真的讨厌。等不到他爱上你，我总才学会。薏米水热卖中，大家冲冲冲！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这个薏米水啊，就是喜欢的就欢的应该特别喜欢吧？对，咱们喜欢的就买啊！对对对，别盲目购买啊！咱们还是想好，因为我跟大家说，它味道不是传统的那种好喝的饮料的味道。对对对，它是一种很健康的薏米水的味道。对对对，很健康的那种感觉。嗯，这个油肉赶紧上一下。好的，你拿出来给大家看吧，我把它弹出来了。我记得我还偷藏。你拿出来给大家看吧。稍等一下。牛肉。稍等一下，老铁们，我记得我今天偷藏了一包别的，怎么不见了？找到了。我之前偷藏了一包川城猪肉脯，我藏得特别深，我就怕他们来了给我偷走呢。来给大家拆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脆脆猪肉脯，因为这个我们你们也知道，我们上次拆完袋之后过了很久了。老天哪！你们知道距离上次过了有多久吗？然后呢，我们就拌着，就中间我们一直没吃。哎，本来就没多少，都被捏碎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还是非常脆，老铁。薏米水和桂圆水哪个好喝？我们个人觉得桂圆水会稍微好喝一点。对，嗯，因为薏米水它会有一点那种。米味儿，有点像那种米汤，但他们都很喜欢喝啊，卖得很好，卖超级好，这确实好吃，嗯，好脆，脆脆的，而且我们放了好久了，快有一个月了吧，嗯，半个多月了，嗯，保质期有六个月啊，这个保质期有六个月，脆脆的，好好吃，这真是我最爱吃的零食，两个都买。啊、哦，本来就喜欢喝薏米啊，祛湿专用。那我也应该多喝点，我湿气也重。为什么呢？不痛、啊。你看很干巴一个人啊，像个豆角。那跟湿气没关系，熬夜就湿气重，是吗？打开。我说熬夜会让人湿气重，但上班会让人怨气重。那你又上班又熬夜呢？那就湿怨气都重。薏米水有股淡淡的椰子味儿，妈耶！薏米水啥味道？我个人觉得就是米汤，米汤的味道，还可以啊，我觉得薏米水，嗯，
这是另一个啊，猪肉脯，这是辣的啊，川川猪肉脯，这个是脆脆猪肉脯，大家可以看清楚啊，别到时候买错了。我刚才吃的脆脆的是那个脆脆猪肉脯，就吃起来嘎嘣，就像小薯片一样。这个是有辣椒的，有酱的，这个是川川猪肉脯啊，这个也非常好吃。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我两个都喜欢吃。你当然是，你是野猪啊，越狱，你不行，你不能吃这个。嗯，不是，我不能吃这个，因为这是我老婆，猪老婆的肉做的啊，我不敢吃了。哦，这是你的同类，辣辣的啊，老铁们，老香了。但是不建议给家里老人吃啊，老人小孩还是不建议吃，因为这个稍微有一点硬，牙口不好是真是咬不动，稍微会有一点点的硬，但是非常好吃，还是牛肉干那种质感，而且那种牛肉干的质感啊，一个比一个反应快，每天在家就是勾心斗角啊，哎呀，知道，在家里也是《甄嬛传》，真的呗，每天都勾心斗角。好吃，还是我分了什么气猪抖了，说什么鬼话呢？猪肉脯牛肉干真的好吃，我买了好多次，真好，他们真的很好吃。嗯，牛肉干确实也蛮好吃的，他们家，是他们上次邀请我们去他们工厂吗？对，这会跟牛玩吗？跟牛跟猪玩，那跟你玩不行吗？可是那多尴尬呀，你在这介绍呢，你说老铁们啊，猪肉脯非常好吃，都是用师傅这些猪做的啊，就是我旁边这只猪，它为我们就是产下了这份松这个非常好的肉质，我们都是用它们身上的肉做的，我产下来我生的，这个猪肉脯是我生出来的。嗯，哥哥你怎么这么凶啊，我说人工厂的猪呢，你又那个了，吓死了，真是无老实猪手。家暴了。嗯，里边有几袋穿穿的，什么穿穿的啊，就这个里边一袋有几袋是吧，100克，一袋是多少克的不写呢，我倒出来看一下，1、2、3、4、5、6、7、8，加上我刚才吃的那点，九包，一共九包，可能是9到10包不等，嗯，可能是8到10包不等吧。杨枝甘露怎么没开售，宝宝？还是讲一下的。我为什么不知道？我看一下。川川猪肉脯会很辣吗？会有一点点辣，会有一点点辣啊，但是那种川香味儿，你要说它有多么巨辣吧，也没有。嗯。哎呀，玉米猪不是玉米汁里面有一个猪肉脯，哎呀，好奇怪的口感。你觉得不算辣是吧？我觉得其实还好，不算特别辣。玉米猪，嗯，我说错了。这个养殖甘露给大家看一下啊。没有啊，没有姐妹开售啊。开售了，没有，库存不足。哦，那就不要讲了。那不讲了吧。可能在购物车里可以买吧。嗯。石头比哪个好吃？麻辣的好吃。谈一下麻酱魔芋干儿。好，可以，没有问题。麻酱毛肚啊，麻酱素毛肚。麻酱魔芋干是啥呀？就这个啊。哦。麻酱素毛肚，这个就是魔芋的啊。这个。给大家谈一下啊，
非常有弹性，非常有弹性，老铁，当当的，它裹得满满的那种麻酱，香的要命。这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小零食，而且这个东西它有个唯一的缺点，就吃了停不下来，吃了就想一直吃，一直吃。然后买一个大袋吧，很快就吃完了。有一个新品叫麻酱魔芋干啊，哎，这我还真没有啊。那我们找一下吧。嗯，我也找一下。哎，这好好吃！哎呦，老天哪！用来拌个面，哎呦，老天，你会吃啊？都会吃啊？南方人表示真的吃不惯麻酱，确实，有些南方人不爱吃麻酱。我是南方人啊，我怎么吃得惯？你是武汉人啊？武汉人不是吃热干面吗？你干嘛去了？躺着呢。老铁，荒不荒谬吧？荒不荒谬吧？你不就说？你自己上下班怎么了？老铁，非老婆陪你一起吃苦吧。我是那个嘴上说着要下班的人，但是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非老婆陪你吃苦吧，老婆就不能享受一点清静的生活吗？那我当老婆吧，好不好？我现在想清静一下，可以吗？了解了，现在你是这个家里面真男人，好不好？老公，老公，你来摸一摸，我想躺一会儿啊。过去吧，过去吗？差不多了，其实差不多了啊。大家有其他的，就是自己买一下吧。嗯，好不好？啊，上厕所。又上厕所，每天到晚就一天到晚就上厕所，除了上厕所就上厕所，除了上厕所就上厕所。来，猪猪，来，小猪猪，哎，完了，怎么尿窝上了？怎么了？他尿窝上了。啊？他窝上一坨黄的。尿窝上了。嗯。坏狗狗。他是不是戴了头套之后有点分不清定位呀、啊？感觉是的。安娜以前从来不会掉尿窝上的。嗯，天哪，天哪，我买一买巨贵的窝，哼，坏狗狗。以前从来不会尿窝上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戴了这个叫什么，戴了这个伊丽莎白头套，有点不知道那个叫什么，那个厕所在哪儿了。真是个坏狗狗。哎呀，全是尿啊。对啊，可能是的啊。吓我一跳，你大叫一声，我以为直播被封了呢，正准备脱衣服上床睡觉。下次说清楚一点好吗？衣服脱一半。有病似的。哎，我车下下。哎呀。OK。车下了吧？干嘛？干嘛？比猪猪，咪咪，咪咪，来 ，come here，come here， 下了啊 ，OK。
没有，他肚子上没有尿。你是什么东西？路灯啊？好，摘一会儿吧，现在你也没法舔。摘一会儿，摘一会儿，摘一会儿 ，stop doing。哎，西巴，西巴！他是恢复好了，我没恢复好。你手机上也有。BB， 为啥非要抱呢？换个衣服吧，好吗？这个沙发我也不是很想坐的。哎，怎么拉的？我不知道啊，你怎么拉的呢，米米？把丢回去！你真的生气了？过来，过来！哎，往哪儿跑？坐下。怎么回事？嗯，宝宝，怎么回事？不听话，是不是不听话？是不是不听话？不许出来了！生气了！笑死了！直播事故这一天还是发生了。还好没拉沙发上，那呗，你说多神奇呢，一点都没拉沙发上，全拉在身上和手机上了。宝宝，你手机上也别要了，手机也扔了吧。恶心。我真生气了。这是哪来的呢？这我刚凑单买的。米米的报复，我真的生气了。身上有味儿，你身上什么？我身上有味儿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你身上有味儿，能离我远一点吗？好惨，天哪！而且米米很少拉这么大的粑。米米，干嘛呢？嗯，头套戴上吧。怎么回事？过来，你戴。你被囚禁了，告诉你，被囚禁了，坏狗狗，坏狗狗，是不是？你是个坏狗狗。米米很少拉那么大一拖把的。他平时自己拉粑都差不多一小点儿，还拉的真是够多，真是够多，老铁。哎，你好，这位先生，怎么了？怎么了？感觉你不太开心啊？哎，刚刚有没有人把那个录屏录下来？我想用那个当那个起床闹铃儿啊。嗯，有人录下来吗？可以发我一份啊，我这个人就是。看他屎挺健康的，那呗，多健康，健康小屎啊！要明天把他送回医院去吧。哎，你这个人真是，你能不能闭嘴？哎呀，好了，别跟孩子置气，别跟孩子置气。哎，孩子不懂，孩子不懂啊，没事没事。嘘，你少说两句吧啊，少说两句吧。
那么久的时间，手机已经擦过了，给手机给擦过了，屎也给它蒸走。哎呦，没有，还沾了一点。天哪！你给我打电话小心点啊！打电话说，哎呦，老婆，他是不是拉粑粑了？怎么这么臭啊？我说没有，是你手机上的味道啊。那么久的时间不在里面拉，出来那两分钟。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啊，米珠，老铁，出来了两分钟，出来了两分钟出来拉。我给你整个湿巾擦一下吧，这个手机。笑着。两分钟都不到，这个实测值也是终于派上大用场，舒不舒？我真受不了了，发疯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他憋不住了。你说神不神奇啊？实测值，人用的时候擦的也是粑粑，手机用的时候擦的也是粑粑。老铁，你们也没饶了他呀。嗯，跟擦锃光瓦亮的了，嗯，一点粑粑都没，拿着。第一次，他第一次在人身上这样子拉，放肆拉，真的是第一次，第一次在人身上放肆拉。从来不会，是实在憋不住了，他就是紧张，他在外面太紧张。你出门的时候，他会在空中拉，对，但他不会在人身上拉，就你抱着他，尽量不拉，他实在受不了就拉一点点。Surprise！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惊喜的人、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晚上一直在说夸喜。跨时跨时，你没听到了？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什么？快拉屎！快拉屎！快拉屎！好，看来这个我的这个爹地非常想让我拉在身上。快拉屎！快拉屎！好，好来来来，一直拉，是不是？你以为？算了。你是被敏敏选中的人，你是那个幸运儿。我一定要当这个幸运儿吗？当然啦，当然啦，敏敏不随不挑选别人。没事，要走狗屎运的吴老师，那行，明天我再去买张彩票。万一没中怎么办呢？没中我就把它做成狗肉汤。哎呀，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的，吴老师。你叫什么？你这么点肉还不够别人塞牙缝的呢！米米好可怜，抱抱他。他哪里可怜了？哪里可怜了？他在可怜什么？我骂他就不错了。哪里可怜了呢？请问他在可怜什么？老天哪！啊，谁声音大谁有理呗？你也叫，感谢我们大大老师跑车，你也叫，你也哼。你看看，哎，吴老师好可怜呐，抱抱他吧，快！别难过了，要碎了。感谢他的，最可怜的是吴老师。我不难过，我不难过，我生气呀！嗯呐，我生气的要死了，现在已经。今天最难过的人是吴老师，今天最开心的人是我。你有什么好开心的呢？请问？嗯，我想到了开心的事。我想请问你在开心什么呢？我想到了笑话，不好意思。啊，好了好了，明天拉我身上哦，不可能。你要洗衣服，你很开心。我很敏锐的。你现在就给我手洗，把那衣服手洗了。没事，我这扔了。我不想拿起它来，手洗掉。米也拉在我手上，对呀，米也拉在我手上过的呀。当时你笑我，可一点没比我现在少呢。当时啊哈哈，这样的，是不是？记不记得啦？记不记得啦？
记得吗？还有当时那个小仓鼠尿我手上的时候，妈呀，那开心的呀，一整天都唠着事儿，是不是？哎呀，开心死了，给什么完了？什么小仓鼠？那个在那个动物园啊，那动物园里面，我手捧着它尿真尿。哦，妈呀，笑一整天。哦，动物园哦，龙猫，那人那什么小仓鼠啊，人家叫做龙猫，小龙猫啊，什么小仓鼠啊？对，我以后不会再穿这件衣服了，不会再穿。我直播的时候一穿这件衣服，一定会有人问我，这是干嘛？衣服后面有故事啊？啊，不是单纯的一件衣服呀。你每次一穿，哟。这不拉屎战袍吗？对啊，吴老师又穿着拉屎战袍了。对啊，把衣服抽了，行，那不洗直接给你抽了，明天我就抽了，好吗？你还动图循环呢？你哈什么哈？你哈什么哈？你哈就算，你发什么飘屏呢？你钱多，你哈哈哈也要发个飘屏，是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吧？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是要表达出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话语吗？还是要传达出什么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别气他了，对吧？吴老师气死了，超话的动图笑得我好累，我不想看，我不想看，我不想看。那我看看去，少说两句吧，啊？行不行？嘘，这是啊。你们求求你们了，就不会是那个叫什么吧？你们不要到处传这个视频或者这个动图，好吧？求求你们了，到时候那个叫什么，就是算了，你们传吧，能出圈就出圈吧。嗯，不是。你们把他，我刷到一个很搞笑的表情包，是不是你呀？你们把他送上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趋势第一啊？这不是动图啊？哪有动图啊？哪有动图啊？我看看动图呗，这是动图吗？这不是动图啊？什么截图的瞬间，我笑得很开心。对啊，送的那个什么，那个趋势第一啊，就他们的韩国人，就每次就是出现一个什么什么张元英扭屁股，就会就是那个叫什么？哪有动图啊？没有动图啊！看视频吧。看，好完整的粑粑，看起来像一条美人鱼。来，你们仔细去看一下，那个粑粑的形状特别像一条美人鱼，他是在夸你。他说：“爸爸，你真像美人鱼一样美丽。”我真的要崩溃了，怎么这么高清啊？刚刚手机糊的要命，现在就高清的要命。老铁，刚开始直播，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糊的要命，现在为什么就是变高清的呢？手机，我不会，我今天不会再抱他了。他没有不舒服，他就是想出来跟我们玩。我今天不会再抱他了。给屎打个码，保护一下秘密的隐私。怎么啦？怎么了，宝宝？自己待一会儿。我今天不会再抱他了，算了，出来玩会儿吧，反正拉也拉完了。那、不要在我这里来，那是滚。拉也拉完了，拉也拉完了，出来。给我这里围个围栏，好吧？你用那个围栏把我围起来吧，要不？行。滚！哦，好了好了好了，我赢我赢我赢。他是跳你身上拉的吗？还是你把他抱起来拉的？他坐我身上拉的。就是他是自己跳过来的吗？不是，你把他抱上来。我把他抱过来的。那你不活该吗？那他拉后不能下去吗？那你应该就是抱出来那一刻立马把他扔上。哎，别跳！哎呀，祖宗啊！抱一会儿，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好。滚！别到我这边来。没有你的位置，滚！
他自己跳的，他这边跳起来，那边跳起来，这边跳起来，那边就跳到我的身上了。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 choose 的。他左边跳起来，右边跳起来，左边跳起来，右边跳起来，最后跳到我的身上了。他在寻觅一个可以拉粑粑的地方，他选中了你。天哪，他都没拉我身上，我都吃醋呢，我都吃醋呢。他就是专门跑过来的。志气啊，人海志气，好啊，好好，你少说两句吧，你把他气死了，他只是信任你，对不对？他只是信任你，对你好，爱你，他在你身上吗？就是秘密，你说是不是？你们俩握手，你们俩握手，快点，你们俩握手和好，快点，别跟他置气，来握手，握手来，先握手。你在他身上再拉一泡，快点，在我身上拉一泡，你原谅他是吧？对，你们俩握手，握手。你在他身上再拉一泡，和好，握手和好，快点，快点，现在拉出来，快点。飙什么车呀？飙什么车啊？好了好了，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全世界知道你有点跑车了呗，好了，开着跑车了不起了，没事没事。咪咪 ，crush， crush， 没事，我的那个叫什么？我的那个，看咪咪滚去了。我说了，今天晚上不会抱你了。都爱你。哎呀，他拉我身上了。哎呀，他拉我身上了。你活该。嗯。坐着。可以去参加一下金牌调解，这是摩托车啊，管的摩托车跑车，吵得要死。那呗，不会的，你握手言和，握手言和，不会了，握手互太早了，现在没有办法这么早握手言和，握手互相，他万一等一下那个叫什么，他觉得这件事情这么快就跟他就是握手言和，他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吧。对呗，他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他就是，嗯，就是那个叫什么？对啊，起码要到明天吧。好了，你回去吧，我喷药了。来，对不对？什么来个世纪大和解啊？开直播，开直播来一个世纪大和解。我骑车。好了，别动。起码要到明天啊。起码要到明天，今晚记得用那个卡 ，OK OK， 了解了解，在节目上和解，上金牌，你们还记得吗？各位，小郭跑腿，我来考验，我来考验一下大家，好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哎，对了，哎，来再考验一下啊 ，OK， 再来一遍啊 ，OK，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哎，对了，哎、对有个同学回答错了啊，在后边站着去。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哎，对了，你们领悟了。哎，对了，领悟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手势舞，这是不用，这是我们对米拉亚的爱。老师带我刚看到了，刚刚在，是我姐姐吧？是，对啊，刚刚在啊，是我姐姐吧？好像是的，没记错吧？好像不是吧？是星空之梁朵云老师啊？是星空之梁朵云老师？哦，是星空之梁朵云老师吧？是星云老师啊，垃圾。我姐姐手上什么时候多了一张？忘记，不好意思、啊。我姐姐，请翻啊！我记得我没有啊，不好意思啊。梁朵云老师啦，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不知道云老师在不在？在呢，学废了。OK。OK， 看我们星空之梁朵云老师能不能先翻个五倍、啊？那就是干什么呢？看走狗屎运之后能不能翻一个五倍啊？就还是一分钟好吧？一分钟的时候啊，因为半分钟来不及，我们延迟就有半分钟。嗯呐，对吧？一分钟，一分钟。你跟谁打？忘了今天直播，以为是周日，真假的？啊？啊，周六周日都会那个，就是让你休息是吧？嗯。这要加热才能吃，什么都要吃一口。嗯不能直接吃吗？可是我看它烤好了。哦，因为调休。能吃，可以直接吃。调休？不吃。你洗手了吗？没洗，不手不吃了。哦，对，我现在手又开始脱皮，因为换季了。蛇蝎美人。我的手每脱一次皮就会大一圈，嗯，以后我的手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说这么大，嗯，就是抓起他的头就可以把你的头捏爆啊。ASAP 你们也都开始了，都开始脱皮了。他们说要不这个就是缺那个维生素，要不就是遗传。我觉得我是遗传，因为我奶奶也这样。哦，嗯，我奶奶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你是不是遗传到我身上？我有时候也会蜕皮。你有时候蜕什么？你没有什么蜕皮啊？嗯，没蜕。我之前那个叫什么？我之前老抽血啊，老抽血。嗯，四十吧，等会四十出去吧。四十吧，看有没有人，有的人连就连，不行出去打随机。是，季节性，对我就是那种季节性的，季节性的那种。那是传染吗？不可能啊，因为他不会这个样子啊。我没有传染给他呀，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就是遗传，因为他们说我刚才说的是传染。哦，是吗？我十五岁之前是这个样子，后来突然就好了，真多。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啊？对吧？不是长沙气候问题，我以前也不在长沙，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嗯，我以前在武汉啊。以前武汉，我还有季节性的鼻炎是吧？我也会。我小时候也会，我爹有鼻炎，嗯，但是我现在就是什么，我鼻子比较敏感，就是比如说你空气不好，比如说我们之前去那个房子收拾东西，那个房子灰尘特别多，我鼻子就好痒，嗯，我鼻子超级痒，就是很敏感，你知道吧？我是偶尔会有那种鼻子不通，一个通一个不通，很奇怪。你朝这边睡呢，就这边不通；你朝那边睡，这边不通，哦，总有边不通。你鼻子也是，哦，这那是过敏吗？哦，米米怎么会上课的？他就是干什么？就是想玩儿。他就是想玩儿，就是想出去玩。你不理他，他就不会叫了。你不理他，他就不叫。你搞个充电拉过来。不行，别走，吃饱了，哥哥别走，吃饱了去。你之前也很敏感，得了鼻炎之后就不敏感啊。对，没有不舒服，他太粘人了，就想跟人待着。没有啊，我刚刚给他扔完我就洗过了，刚给他扔完粑粑就洗过了。这狗是这个样子的，老铁。你们没养过狗，以后觉得天哪，好可怜啊，小宝宝。其实他活该。其实他活该。他活该。
绝育之后比以前更粘人了，是有一点，是有点。放出来干嘛呢？谁跟他玩呢？他刚喷了药。放出来之后我们又没时间陪他玩，我们直播一直陪他玩啊。等我下播了就把他放出来了。嗯。你们现在有点像那种溺爱的那种叫什么？溺爱的小姨。什么都说，什么都这么说。哎呀，给孩子搞一点吧，孩子想吃这个就给他买吧，孩子想玩那个就给他弄吧，有那种溺爱的小姨那种感觉。嗯呐，就孩子变成了个大胖子。对啊。嗯呐。我们可不是啊，我们不是溺爱的家长啊。不行，过几天自驾去太原有什么好吃的？先吃个味家凉皮儿，再吃个麻辣拌。麻辣拌，你去吃，随便吃一家都很好吃。然后顺溜刀削面，上地炸鸡，还有，桂林碗托，不是桂林碗托，柳林碗托，还有那个灌肠，刘记灌肠。你看有个弹幕，戒指是什么？啊，戒指啊，你说这个吗？你说这个吗？你说的是这个吗？是这个吗？这个是卡地亚，卡地亚，怕有人不知道，没有炫耀的意思啊，就是卡地亚。太原麻辣拌好吃死，嗯呐呗。哎呀，馋死了。还好吧？全都吃一片，然后那个可以去吃我们家门口的鸡蛋灌饼，以前家门口，但那个地方叫。那个叫新建路，新建路口，那里有一家。我不打了，我不打了，我想一会儿。人家不打不打吧，你真是必须得打。没事啊，我真不打了，真不打了，我沉一会儿。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嗯嗯嗯，撤了哈，撤了哈，金龟，撤了小宝，拜拜拜拜。哎，好嘞，好嘞。嗯嗯。真是，你路过谁要说一两句？真是，谁问的？好不容易逮到有人问，喷了呗，我可不得说一下吗？是这个吗？你说的是这个戒指还是这个戒指呀？哦，是哪个啊？不知道。城市学院不是城市学院，是那个，就是新建路那边有一个捷安特，我不知道现在倒闭了没有。它对面有个卖鸡蛋灌饼的，老好吃了，在那个新建路小学门口啊，新建路小学门口。你去搜新建路小学，你到那个地方周围你就能找着那家，他们家还有卖煎饼。是吗？就我上次带你回去吃那鸡蛋灌饼，好不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但我感觉大家鸡蛋灌饼的味道都差不多呀。可是他们家格外好吃。碗托是什么？我作为一个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人，我只吃过一次人，我告诉你碗托是什么，面粉坨坨，沾那个黏糊糊的酱卤子，卤那叫卤，卤子，对，卤就是面粉坨坨。沾那个黏糊糊酱，带他去吃那家不好吃，真正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他是那种就是一个碗，看起来就是一个碗，你知道吧？很神奇，他拿了那刀一划，能划出来一堆薄薄的。完了呢，就是像那种小面块一样，但它又很嫩。嗯嗯，非常好吃。怎么是我？你说好吧？刚从太原回来吃了碗托，好吃是吗？真的很好吃。嗯，怎么说呢？我要找那种他们家有辣椒很香的那种。我觉得吃面食的，喜欢吃面食的人应该会觉得好吃。因为我吃的那个，你上次也说不好吃。哎、对，非常 Q 弹，非常 Q 弹。对，我们上次吃那家不好吃，有点像台湾的，这个是什么字啊？碗什么什么科吧？是吗？青稞的稞吗？不知道，没看清。灌饼在新建路小学门口。他上次吃的超级好吃。他上次带我吃的那个，我就觉得一般。那家真一般，那家是在我们那夜市上面随便逛到的。因为我没吃过。然后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尝尝太原的臭豆腐，个别地方都不一样。太原臭豆腐都是黄的啊，虽然叫长沙臭的，也不都是黄的，但它味道就是完全不一样。它不是黑的，太原的臭豆腐。那什么颜色都有，其实。我就吃了黄的。好好，你听我说好吧，听我说。这个不然你以为太原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都有啊，你们可以去街上面随便找，反正随便找一个，它好吃说不上好吃，但就是很神奇，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黄臭豆腐，台湾的臭豆腐也很好吃是吧？哎呀，好想去哦，好想去哦。我们后面是个镜子，不是镜子啊，后面是别人，后面是别人家。
当然是我们合租的，后面是别人的家。牛肉丸子面也超级好吃，牛肉丸子面超级好吃。你一定要放，如果能吃辣椒，一定要多放点辣椒，这香拽了。但吴老师也不爱吃，他不爱吃那种面。但顺溜刀削面是吴老师也觉得好吃的，对不对？什么刀削面？顺溜刀削面。什么时候吃的？就我们上次在那个商场里面吃的，然后还遇到粉丝呢，很早之前。那个刀削面一个碗，我们还点了很多串，你不记得了？刀削面啊。不记得了，反正那是他也觉得很好吃的，你可以去尝尝。一般吧，很多好吃的。一般。什么一般？我还吃了个冰淇淋。你说我吃冰淇淋，我想起来了。什么？刀削面。哦，那面好吃吗？面还可以吧，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是说特别爱面食的人。嗯，你知道吧？所以我不会说，就是说，因为在我的三观里，我觉得如果一餐正餐不吃米饭的话，会输。那他的没有什么参考意见啊，吴老师的意见没有什么参考意见。反正你们如果说喜欢吃面食的，就去我推荐的地方；如果你不爱吃面食，那我真没什么推荐的了。啊，因为我们山西就是面食比较多吧，好吃的面食比较多。你要是吃饭有什么好吃的呢？还真没有。对，南方人就是会觉得，南方人就会觉得米饭就是一定就主食必须得有米饭。嗯，因为南方人的菜都很咸。嗯，就是又辣又咸。嗯，就是南方人的菜都很重口味。嗯，然后你就是如果不吃米饭的话，那个菜干吃不下去。嗯，但是北方人他会干吃菜。嗯，对吧？北方人也不会干吃菜啊，你们家就会啊。带上打卤，带上那个面啊，那是有面啊，面就是主食啊。哦，面就是主食啊，就是你们那里吃热干面也要配米饭吗？吃热干面吃早餐，你不会正餐吃热干面？哦，你们不会正餐吃热干面？我们这不会正餐吃热干面。哦，我们正餐也会吃面。你就早餐的时候吃早餐的时候会那个就是吃热干面。如果你们很想去体验一下就是太原菜的话，可以去吃那个老太原菜馆。他们家的菜蛮好吃的，他们家有打卤面，你可以去试试。啊、很好吃。那是我的一个，那是我的一个仪式。嗯。但是太原的麻辣拌，我真是没得说，太好吃了。我跟你们说。就是他老欺负我。什么？我老欺负你？不是。判官在此，你是什么判官？卖符判官。哎呀，来人了！接下。接下。来了，嗨，双棍。Hello，Hello。晚上好，各位。Hello，Hello。Hello，杰尼。哎，这是啥呀？看那个崔淼像不像？你说这是什么？像吗？能让家人们开心，真的是我的荣幸。玩玩啊！玩玩玩玩！崔老师好看多了啊！真会聊天。咱你说我真爱听，情商真高。咱分火还是怎么的？能结束烽火呗？结束烽火还是现在就分？结束呗，结束分吧。结束分吧。行，来吧来吧。结束分来个变数。嗯。嗯行，王老师这把分析一下，崔淼第二，金龟第一，我第三，你第四。好。嗯。谁发呀？你们发吧。我都可以，我五分钟的。我是十分呢，想打五分打十分的，接你。那开呗。十分干了。可以，来吧来吧。来。我吸家门点米儿，我挣家门点米儿。我这两天买摩托车，我吸家门。咱们有什么都可以丢一丢，什么都可以丢一丢，一起丢一丢。感谢我小林姐的兔兔，有翻倍吗？有翻倍中，老铁们一起丢一丢。感谢我们金志老师的跑车，感谢我们饺子老师的兔兔，感谢我们文文老师的热气球，感谢我们一念之间老师的兔兔。
感谢我们拍拍老师的兔兔，感谢我们有奶标老师，不是没有奶糖老师的兔兔，感谢我们小纯纯老师的小兔子说花，感谢君君看不出老师，感谢金主老师的跑车，感谢金主老师，感谢一问，感谢我们大爽。很不错，很不错啊！感谢我们杰林，感谢我们七糖糖的小兔子，小北晴老师，感谢好这个的话，老师的跑车，感谢我姐姐的兔兔，感谢小五，感谢小五的跑车，感谢我姐两只兔兔。老师，你的卡什么时候到期？没有卡、啊。姐，你就说什么？啊！什么？说一些屁话的这里。迷雾卡呀、啊，最后给他迷雾一下子。啊对啊对，借力。哦对，我说对，一会儿借吧，借力卡，一会儿借吧，一会儿借吧，一会儿加成。现在没有什么好借的，现在肯加成的时候借啊，对。现在没有什么，感谢我们饺子老师，感谢我们饺子老师这个小兔子啊，感谢我们饺子老师，哎，对，待会儿迷雾一下，迷雾一下，可以迷雾一下啊，可以迷雾一下，不用白不用，真是，不用过期了，哎。你好烦人呐、啊！太重了，你再装一下呢，再装一下呢。火锅加成了，铁们，就差十个人啦！感谢各位，真的有点重。换首歌呗，不想听这首歌。为啥？天天都听是吧？真懂呢，感谢那个。芒石坨，这卡可不知道、啊、什么迷雾卡吗？迷雾卡，迷雾卡好像可以，迷雾卡什么时候都能用，但是只有二十秒。这个水杯就不能同时喝了。对，这个就不行。你真的小看我们了。这真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嘴巴贴在一起不就可以喝出来了、哦、那你喝呗，我插个吸管在你嘴里喝呗。可以啊，吸吸吸吸吸，什么 gay 啊、哦、天哪，嗯，不是不是，嗯嗯，你是从哪里来的？清朝吗？嗯，干嘛跟他回复？不是，嗯，不是，你这么说就行了啊。好 OK， 嗯，两位老嫂子，嗯，不是，嗯，不是，嗯、不是感谢奶糖，感谢奶糖，感谢奶糖，感谢大老师的兔子，感谢我们老师的兔子，感谢我们小年糕老师，感谢小年糕老师的兔子，感谢小年糕老师，接到没有？不到，接到没有？嗯，没有。哎，好好用啊，老天哪，感觉一东西都通了。感谢我姐姐小兔兔，感谢我姐姐小兔兔，感谢我记住老师抖音记住号，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感谢我们二，感谢啊，感谢我们不好意思的繁花蜜语，感谢我们一春之老师的繁花蜜语，感谢一春之老师，感谢我们静瑶，感谢感谢各位，再感谢我们记住老师的大火箭，感谢记住老师，对，哼，芒果西西。哎，没有戏了，没了。感谢我们小五老师的繁花蜜语，感谢我们小五，恭喜我们小五抽到了一张借力卡，一会儿加成再借他们一手。哎、哦，哎，他不是那个叫什么吗？就是结束了才能抽吗？不知道，就 PK 途中他也能抽啊？对啊。哦。哦 ，OK。谢谢各位啊，咚咚咚咚，没办法找票。小五老师怎么又喝酒了？少喝点，少喝点啊。其他卡喝，只有晚了哦哦，借力卡只能就是你这一场抽的卡，就是除了那个借力卡只能这场用。哦 ，OK OK OK OK， 了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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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崔老师还想约一个大帽，这哎，今天不会，今天也不，他也没打人机票吧？真不打人机票吧？再约也是下次了吧？下次肯定约下次。对啊，今天我们也打不了。对啊，下次你没代办这货挺好的。嗯，因为暴击是哦。哦。哎呀，我们好像抽到暴击卡呀。我们什么时候能抽到啊？对啊，我们都没有。就上次抽到一回。对。嗯。都没有这个卡。那呗。那呗。没有这个卡。小五超好看。哦。我看一下，我调一下，调一下小五监控啊。
哦，助力人数是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叫什么？哎，是漂亮啊，是漂亮，是漂亮啊。哦，确实确实，美若天仙，我的老天爷，还可以。看看，穿着比基尼呢。哎呀，看直播别穿这么少了吧？哎呀，吓死了。哎呦，助力人数可以啊，就是比如说搞那个叫什么，一个什么比基尼兔兔，看人数谁人数多嘛，这个还可以，这还可以，这个还可以，这不错，这可以了。我再看看，哎呦，真是不行。手里拿的什么？那是红酒杯吗？那是？是的。哎呦！哎呦！哎呦！呦，不敢看，给它关掉。还有点那个，下属。你们谁还想被我们看？对啊，可以吧？说出来啊，可以说出来啊。我们这里有你们所有的人监控的，这可以看得到的。嗯。嗯？怎么了？听着好惊悚，也没有宝什么？他刚和刚刚你们辣也辣眼睛一个表演方式了、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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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就是不敢看的意思、啊。没有，没有，很漂亮啊！对，看到是，只是尺度有点大，那、嗯、那不是很敢看。啊，你们关键加成啊，关键加成啊，差一点了，很快，你们差六十位，差六十位。一起过过家常，没多长时间了啊，也就六十秒，哎，真是个笨蛋，以为只有六秒呢，差三十个人，差二十个人，感谢我们柠檬气泡水啊，感谢各位啊，感谢我们柠檬气泡水老师，感谢烦死，哎呦，达标了，达标了，一会儿可能还能借他们一下力啊，真多，不知道能不能借着，狠狠借他一借。不知道借谁，不大借谁，能借着谁借谁的呗。反正他有没有上吧，最后一波加成。我也不知道。狠狠借他一借。你拉我手干嘛呢？这人流氓。我什么时候拉你手了？是你拉着我的手的。你拉着我的手了，你看。还不承认。天哪，借崔老师吧，借他一借。哦，借谁是随机的 啊随机借啊，我以为谁都能借呢，我以为就是三个人都能借呢啊。是吗？感谢我们奶汤，感谢我姐姐，感谢各位，感谢我姐姐，原来是随机借啊，感谢我姐姐，感谢我姐姐，感谢我们年糕的大美，感谢我们年糕的大米，感谢大米，接着了，接着了，没接着了，接着了，哎，感谢记住老师，感谢记住老师的抖音记住号，感谢我们记住老师的抖音记住号，感谢，记得是他的吗？哎，快点，快点，还有十秒钟，哎呀，别担心吧，还有十秒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别开心吧，我们的爱可就不再回来。哎，接着一了。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哦、用不了，借力呢。哦。别用卡了，别用卡了啊、嗯！哎，暴击中。老铁，抱一下吧，抱一下吧！感谢老皮老师的跑车，感谢老皮老师的跑车，感谢我们大大老师的小坐小船，感谢我们饺子老师的跑车，感谢我们饺子老师的跑车，感谢茉莉酱的跑车，感谢星空中的队员老师的跑车，感谢各位，感谢喜宴酱，感谢各位美美用酱啦，加成了非常多呢，感谢喜宴酱，感谢小伟奇老师，感谢音乐老师的兔兔。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就是说借力的赌注不能用这个。说了，有人说了，是吗？嗯，好像还是一点五倍啊，我不知道、啊，抽两张都是一点五倍卡，延迟。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老师，辛苦喽！哎呀，爆笑了，老铁，爆笑了，爆笑了，用了一次两次的还不会用，哎呦，辛苦各位了，感谢奥屋啊，感谢奥屋，感谢。
感谢我们记住老师，感谢记住老师，感谢我们记住老师，感谢我们 James Come True 老师，感谢大大，感谢饺子老师，感谢茉莉酱，感谢金黄猪猪，感谢我姐姐，没有奶糖，感谢 Even， 感谢年糕，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嗯，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抱歉堵车，这个直接把只能靠运气了，只能靠运气了，真的崩溃了。松鼠助力的宝贝，那分活吧，来吧，来吧，谁赢？你们念吧，谁跟我一伙谁赢啊？对对对，恭喜村长成为广东地区冠军。好，那来家人们，嗯，三二一，黑白派，你们咋都睁着眼睛配了？都给我把眼睛闭上。哦，行，咱正好这边有那个监督员啊，这边来那个二龟，然后负责猜，一龟负责监督。好，好，黑白，好，你喊，配。好，王老师，王老师先出火，王老师先出，好。Close your eyes, close your eyes. 黑白配。OK 了，八弟。咱俩应该是好朋友啊。嗯，王老师也出火，明白默契这一块啊。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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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行吧吧。那快八秒组合，那 everybody 先奖励吧。我先来。嗯，不，你来吧，我现在看看你怎么来。啊，我奖励的情况下，嗯，那我就奖励归一。抱着龟二，来一个那个张元英甩臀舞吧。啊！抱着我吧。你是龟一。我是龟一。卫一是龟一。啊，你是龟一，我抱着你来。衬衫是龟二。OK， 可以，没有。对。OK， 那个王老师是龟。打爆你的头啊！是那个双面龟。你是双头龟。归零，你有歌吗？乖，你放吧，我放你们可能听不见。我给你放 Trouble Maker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你来。那我来。嗯，加个倍速的。你加倍速啊？嗯。豆豆，我给你加个倍速。要不然甩不起来。好。谁是房主啊？咱给他放大，哇，180斤，说搂就搂，哇！1, 2, 3，咱就简单的转30秒就行，换人转。哎呦我，就是有劲儿啊！OK 了 OK 了，王老师用这歌跳舞、okay. 来，王老师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乖，我给你放正常倍速来。辛苦，我们都才60多斤，没什么好辛苦的。来，王老师，来来，王老师来。杨哥你好，908。네 눈을 보면 난 troublemaker 네 곁에서면 난 troublemaker 조금씩 더클수록 더이제 내 마음을 나도 어쩔 수 네가 나를 잊지 못하게 자꾸 네 앞에서 또 자꾸 내가 흔들어 벗어낼 수 없도록好看，牛逼！我操，辣的辣的，辣的辣的。这歌叫什么来着？我怎么不会拼啊 ？T R O U L T R O， 哦哦哦，知道了。U B L E， 好 ，OK。嗯嗯，好啦。嗯，你们先忙吧，那我们就变喽，拜拜，嗯，拜拜，拜拜，四位老师，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龟二，拜拜，拜拜，拜拜，龟零，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吃的什么呀？二八弟，好黄啊，跟你一样，走了啊。啊，我得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呢？你干嘛？你跟人聊天啊？你不跟人聊天？你管我？我就是不想按。其实吴老师想跟他们探讨一下。哎，你这么发现有粑粑拉我屎，特别特别臭。买三儿，买三儿，这有啥的？哎呀。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暴击卡了，好不好？好不好？其实也不亏，因为你就是昨天打随机打了3000票抽出来的，也是也不亏，也不是说你几百万打，对对对，也不是说对你，哎，这么一想，对了，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还好点了，老铁？对吧？你本来就是突然处于是一个天降，能加多少加多少，对，属于是一个天降的一个东西，对，是，没问题的。其实不错的，好悲伤的歌呀！切歌，小爱同学，小度，谁也没有呢，家里边。吃多打多少都值啊！哎，Break my heart, that girl's a killer. 冷的好吃啊。又吃上了哥。你是猪吗？韩姐把这个睡裤换了，每天都把这个睡裤，把那个水衣水裤水穿着，你不换别的，出门也穿这个睡裤，没有别的裤子穿了。喜欢，我们都是踏实人，确定别在意，是有点，这有点，是有点的。你俩一起吃得了呗，我们俩就是一起吃的呀。那个，等我们 OK 带给自己的睡衣出来之后，我就只穿自己家的睡衣了。救过命的睡裤怎么不穿了？已经烧掉了。明明没有。我把它保留起来。我没那个叫什么开玩笑，已经烧掉了。简爱的超级桶是吧 ？OK。嗯。我们之前。简爱是啥玩意？我感觉我们有带过他们家的。一起咬什么？One night, save my life.哦，蛋挞睡衣是下款吗？很薄，它虽然是长袖和长裤，但是很薄，非常薄。很舒服，但是不透啊。哎呦，这是什么呀？我的爱哭，啊，不行啊，把我也烧了吧！不许烧，救过我的命。晚上偷偷给他扔了。睡衣几个颜色？只有一个颜色，睡衣只有一个颜色哦。对，反正也是在家穿的，也是自己看。你们以后把睡衣穿出门吗？
声音很可爱哦，而且非常舒服，非常舒服，选的料子超级好。会吗？啊，会啊，就比如说穿出门没有问题的啊，穿出门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是说给你搞了个比基尼啊。嗯嗯嗯，我没有给你们做比基尼，但不用担心。嗯，没事，不会的，我没有给你们做比基尼，可以穿出去的比基尼。嗯，可以，可以穿出去了。短袖几个色？两个色。短袖两款，然后就两个色。是吗？嗯。我怎么记得有一款是黑白呀？都是黑白呀。哦，那两款不是四个色吗？两款各黑白。对啊，那不是四个色吗？黑白和黑白呀。对啊，这四个色。嗯，两款各两个色，不是一共四个色吗？对啊，你说两个色啊。对啊，两款各两个色，各四个，各两个色。两款不是四个色吗？一共四个色。你本来就穿的比基尼。我知道吴老师穿比基尼。我什么时候穿过比基尼啊？我说是七点半是这个老师，你就认识了。你刚刚不说人家穿比基尼？你说吴老师啊？对啊，吴老师啊，小吴老师啊。你是怎么想穿的？啊？啊？你删我！吴老师，咱不穿这鞋啊！明天我们工地就开工了，我决定亲自去盯着他们。啊，明天又要开始开工了，家里房子。嗯，好吧。你们明天也要开工了吧？好，对不起，不说这个难过的话题。你明天就是装灯，然后修补一些打坏的东西。像全屋定制也要开始搞了，催他一下。我穿啊，我当然穿啊。全部丁汁。我就是能穿比基尼，怎么了？你是有什么刻板印象吗？男生穿不了比基尼吗？全屋定制好了，它其实有一些那种就是那种小的东西要收尾。对啊，那小的东西收尾啊，还有玻璃门呐、啊，还有一个浴室的台盆、嗯。它大的东西都搞完了，穿衣自由。哎，比基尼里面有男款吗？就那种丁字裤啊啥的，比基尼应该有男款啊，对不对？那稍稍丁字裤、泳裤、丁字泳裤，是不是？肯定还是有的吧？我不知道。没有吗？我没见过，你见过吗？那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丁字裤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嗯。有的小日子住过。你们女孩子管人家男生穿什么裤子干什么？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试一下穿男装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试一下穿男装啊，果然是。来吧，双关。Hello， 崔老师。来吧，崔老师，助理人数，可以。这不是你的目的吗？你怎么知道啊？哎，你们四个人啊。哦哦，镜子，我吓死我了！我说怎么后面还有俩陪播，无尽的陪播，八个人看我的榜得了。谁？眼镜如果不好的话，可以去配一个眼镜，老师。好、啊。对，我们人很多的，靠人数。四贵，那咱们就咱别整太就是说隆重的，咱们就是十块钱星辰呗，或者咱设置一个不卡的，有没有什么十块不卡的礼物？嗯十块礼物有哪些？星辰其实就可以哈，星辰其实就行。星辰是不是会挡到弹幕啊？我们是手机播的。千纸鹤吧。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你俩今天直播是最舒服的，因为你俩什么都没用，电脑也没用，声卡也没用，怪不得今天咱们就是一切交流都这么顺畅。不是真的。
嗯，你俩还是适合这样播。别说了。好。亲吻也可以吧？亲吻吗？那亲吻可以，亲吻也行，那咱就亲吻吧。可以可以。哎，千纸鹤也行，千纸鹤也不挡特多。谢谢福福，感谢福福还没开始呢。咱这样吧，咱两家的宝的管理，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千纸鹤。我自己设置。好。你让二龟设置呗。没事，我不麻烦他们。嗯，好。千纸鹤我认识。千纸鹤你认识？那咱们笑傲已经助力了，我去加入 IMP 小鬼旗下的公会就是不一样啊，指哪打哪。咱们上一秒说打助力，千纸鹤的1000助力人数上面心愿单已经改好了，没开始呢。不愧是头部公会啊，嗯嗯嗯，好，好了，那咱们输了的话干嘛？输了的话盲盒吧，等会再说。盲盒，咱要不先定一个。你害怕是不是？怕了吧？不是，我真想先定一个，就定一个才有这个目标拉票，是吧？你如果输了的话，你发一个朋友圈，发个朋友圈。我发一张照片给你，然后你说，嗯，你说大龟二龟，永远热恋。嗯，只要不你不尴尬，尴尬就我朋友圈里的那些人。行，可以。如果说你要是输了情况，我也发朋友圈吧，好不好？咱也整个差不多的。可以啊，可以。但是我先说，我发朋友圈就是你俩一人一个朋友圈。可以啊，可以、啊。接了，可以接了，没问题。好，没问题。那压针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吗？我刷到一个切片，我要笑死了。我管他们家的鸭叫鸭宝，他整成卖上鸭货了。谁？好，我来开那个互动。哎，我们开正常 PK 就行。咱五分钟是不是就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是吧？五分钟我觉得就够了。这是人数，人对，只是助理人数。好嘞，对。闭麦。老铁，天纸鹤。助力人数啊，一个啊，老铁们一人一个，助力人数了，咱们不用多送，咱们比的是人数，不是个数啊。对，咱们只要有能力的各位老师们，咱们都能上一个啊，咱们只要就是在直播间，咱们都可以参与一下。如果你想多送几个也可以，对，你要非要多送也没事啊，但是咱们也没事，看的是这个助力人数。对，我们看助力人数啊，咱们是每个人都要给他发个。发五袋算不算作弊啊？算了算了，不算吧，当然不算，怎么可能会算呢？你结束再发呗。不会算的，你别又发这红包，你又发群里边去了。发群里面怎么发？群里他们在这里也可以领。他怎么只领？只是只有群里的那个就是才能领。对啊，只有群里才能领。感谢各位那个。一人一个千纸鹤啊，老铁们一人一个千纸鹤，咱们比人数哦。感谢各位押宝啊！咱们现在直播间有1600人，咱们最好是能1500个人。现在1700，不是179个，179个，咱们再上一上，老铁们。老铁，一人先上一上好不好？一人一个，一人一个，都参与一下不？一人一个千纸鹤就可以了，一人一个千纸鹤，一人一个小纸鹤。是多少？千纸鹤是多少？助力啦！99斗币，是不是？10块钱。Yes yes。10块钱，老铁们加油！众筹一下啊，老铁们众筹一下啊！直接把我们那个，我们要是赢了，直接把我们那个叫什么品牌的照片发给他，你发了个宣传图，我发给他，让他发到朋友圈去。好。啊，我看看对方的。老铁们，咱们衣服的这一波宣传，哎，他们人多，你让他发个日常。他们有168个，他们有168个助力啦。我们他们有168个，那么我们现在只有我们有270哦，269个啊，这把必须要赢，每个人都给我上。对，到时候让他直接拿我们那个宣传，早知道跟他说发个抖音日常的。哦，对哦，发抖音日常，把我们宣传图发上去。算了算了，朋友圈也行，朋友圈挺好的，朋友圈也行，发我们那个宣传图啊。嗯，偷偷的给他们发。他们是185啊，185啊，我们现在是。多少了？这个可以离开吗？这个可以。89，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离开吗？可以吗？嗯，这个可以离开，切小号没关系。确定好。对，他这个助力就是助力了。哦。助力就是助力了。好好好。嗯。好。可以换，可以换。OK OK。打的是什么？千纸鹤，千纸鹤助力人数。助力人数，千纸鹤的助力人数哦。对，能换好，这个可以换啊。这个和那个战榜不一样，战榜是你不在的话，他就不在了。但是这个可以换啊。老铁们加油！他们现在202个人助力了，夜数夜数，还有最后2分钟，我们加油啊！冲了冲了，老铁们冲了！咱们现在能不能上往500冲一冲？500冲一冲啊！我们现在是已经300了吧？
332了，能不能往外冲一冲，狠狠的给他打下去啊，老铁们！332了，老铁们！冲冲冲！看他们，一人只要一个就可以了，一人一个剑客，一人一个啊！他们已经205了，他们205，他们205啊！我们把差距拉得非常的开啊！直接把差距赢他一赢，拉到那个银河系去。嗯呐，老铁，直接拉到银河系来了，老铁们加油！速速切号，都去接小号，老师们，老师们，小号倒是挺多。咱们老师们辛苦了，然后咱们这个所有的老师们，咱们都可以丢一丢啊。这个叫什么啊？虽然咱们就是人数没他们直播间多，但是咱们小号多，咱们小号多啊，你小号加起来3-4千人啊。直播间看着是1000多人，其实不止，有人有3个号啊，有人4个号，加起来可能是逼近10000人的直播间了。哎，咱们比的就是一个这个直播间看起来就1600个人啊，其实实际上我们背后有个庞大的军团，能打个能打10000人的那个，嗯啊，不好意思，加油万人直播间，我们万人直播间啊，是了，我们现在多少了？哎，个纸鹤，哎呦，好多呀，老铁们，402了，而且发现没有，他们家是什么？纸鹤会多一些，助理人数少一点。我们家纸鹤和助理人数其实差不多，一模一样，是吧？非常棒，非常棒，老铁们，咱们就是这是什么？属于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啊，老铁们，加油！他们224，咱们拉开差距，咱们达到500啊，咱们达到500，最后40秒了，加油！咱们跟自己突破极限，老铁们。一人一个纸鹤，一人一个纸鹤，加油！感谢各位，换3个号了，就是好多啊！那你换3个号，你怎么那个认证啊？现在实名认证不是只能认证2个号吗？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是这个是的吗？嗯，我记得好像是的，好像是。现在好像可以认证2个了，以前只能认证一个。可以有2个号了，对，现在可以有2个号了，对，可以有一个大号，一个小号。他们是239啊，哦，小号不用实名是吧 ？OK， 小号不用实名，了解了解。感谢各位。哦， 不用实名是吧 ？OK OK， 了解了解。哦，他们不开播，他们不需要实名。哦 ，OK OK， 最后5秒钟，五，他们241，4、3、2、1，不噜不噜，我看一下我们多少，我们500多吧，434，我们434，我们434，老铁，碾压性的胜利，感谢所有的鸭们。感谢碾压性的胜利，不好意思。感谢各位鸭宝，鸭宝，鸭宝，鸭真。我要找一张美丽的照片。不说宣传照吗？不宣传。宣传啊！将近250个助力呢。好，没关系，我先开个麦。好，嗯，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说认真的，真的太狠了。就是我一般，我很少会，就比如说同级数直播间助理人数凝聚力，就是说会落败，你知道吧？然后每一次就跟你打这个的时候，都能让自己就是更厉害，真的太厉害了。那咱们朋友圈能发稍微轻一点吗？啊，谁啊？谁？那咱们怎么发啊？你给我发私信好不好？你给我发私信照片。嗯，哎，咱有泡泡的。有泡泡。对对对。有泡泡。OK。好，那你给我发泡泡。发一个什么呢？好，谢谢每一个帮我们去助力的宝，还有2家宝贝都辛苦了，谢谢我们244个助力的宝，辛苦了。找一个好看的。继续努力，好呢，好呢，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呢？这个吧，拿好了。啊，我看看。哇，发给我吧。咱们助力人数没赢过对面，对。不管是打榜还是助力人数，咱们是第一次玩，但是我们就应该找比自己厉害的去玩，知道吧，宝们？咱们，但是我们每一次都在对进步，拜上了后面那个礼貌这一块你是满分，谁好？给你发这个文。好。OK。完了。不归的。OK。那给我们崔老师寄两个。哎，这个是你俩的衣服的品牌吗？是。是吗？等他出来了。天哪！这个我找。那我下次要打赢了，我要你的衣服。没事，你不用打赢我。我下次等他出来，我告诉你地址哈。好，我一定会，
我一定可以的，越来越好。OK， 那咱们辛苦了，两边的吧，辛苦了，下次加油啊，少林寺。好，那我就撤了。好，好嘞，好嘞，玩开心，拜 拜, 拜拜，双规，拜拜，鸭真们，拜拜。小锤，辛苦了，辛苦了，撤啦。好，拜拜，双规，拜拜，鸭真们，拜拜。小锤，辛苦了，辛苦了，撤啦。好，好，鸭真，现在变成鸭真了，老铁。崔老师太实诚了，真好。怎么了呗？哎，不能把他那个录出来，不好意思。祝我的 Okidoki 大卖，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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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有实力，不好意思。哎呦，我在想要明天蹭了波小宣传，我要把明天把睡衣发出来还是后天发？一样的，随便你什么时候发，都是一样的。明天发了没有？可以啊。想看吗？你想看吗？不会没人想看吧？没啥不发了。明天发一下吧，给大家提前发一下，喜欢的咱们就可以选购一下了。好好，压宝，明天就会把所有的品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发出来，大家就可以开始挑了。嗯，嗯，然后尺码也可以先想好，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们。洗衣服呢？洗他的那个垫子呢？我怎么感觉像打雷了？没有，是洗衣机的声音。压宝变成压针了。现在发不了，明天发啊，明天发，不然那个运营又骂人了。对啊，你怎么不发他抖子了？我想的抖子最后一天一起发的哦，一输就也可以哦，无所谓啊，因为分开发就是老是乱乱的，我就想着你分开发集齐四张我就一起发了。我跟你说，你发的多比发的那个一起发好一些啊，因为它有你发四次就有四次推流的机会，你发一次只有一次推流的机会，所以你现在就是发的越多越好。你是不是懒得让他改图了？你让又不是你改，让他改呗，凡是美工。对不对，老铁们？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已经都过去了，都发完了，已经都过去。明天我就把所有的都发了吧。好吧，嗯，好吧。是吧？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的，各位压针。吴老师说的对。嗯呐。对，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我会把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单人的视频，我就剪两个发。两次推流的机会。对，就是他至少就是说。你一个视频，你一个视频限流，但是相同的另一个视频，它会不会不限流呢？就有这种感觉，嗯，是不是压针？是不是压针们？压货们？等下，你是压心啊？明天就播了，不是明天，是周一哦，是明天，是周一啊，别搞错喽，周一下午6点钟，真是一个聪明的二龟，是不是压心？是不是？是不是压脖？是不是压脖？是不是压针？我们美工审美不好是吧？你觉得这次美工审美挺好的，也有觉得不好的，也有觉得好的。人觉得好是吧？是吧？嗯，这个看确实是看每个人审美，嗯、确实确实。这次美工贵一些。确实确实。老贵了。抠边还需要加强。押宝押宝就是押宝，好行吧行，好行，行不行？看又都有口号了，你们啊、嗯，有点粗糙是不是 ？OK OK， 了解了解。OK OK， 是吧？哦，上次很奇怪是吧？嗯，嗯，比上次好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很好。嗯嗯，你是说你们是说宣传图吗？是的。你都是同一个人啊？是同一个人啊？是的，同一个人啊。那你跟他说呗，你说反馈就是效果不是很好。嗯 ，OK。该说还是要说。周一见吧，周一见吧，老铁们。对吧？该说还是要说的。摁住，摁住。有我们自己拼的。好吧。就提前上一节、哦、对、okay、不能像上次一样就是卖、啊、不能卖了，嗯，下次试一下，提前调试一下。啊，上次是好像是抖音出的问题。哦对，上次是抖音出的问题。对，上次抖音就是又找我们要了 一笔钱。对，坏东西是吧？坏死了，真的坏死了。嗯，那呗。OK， 好嘟，没有问题嘟，没有问题嘟，没有问题嘟，没嘟问题。我们那天可能会早一点去，然后调试一下。对。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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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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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是要那个押金，要押金，对，他要押金，要补押金，嗯、对，因为销量好吧，嗯，开过了，上次开过了，有人扣钱了呢，上次有人就是说扣工资了呢，上次，N度，在宝啊，在某宝啊，在某宝，嗯，在某的宝。是的，嗯，真的不是打雷吗？是，是洗衣机。我看一下，因为我开的是洗烘。在脱水，在甩干。哎呦，你看有这杯子是不是爱喝水啦？一般吧，还是不是很愿意喝水。没事，卖的卖完了，大家不要那个叫什么了，就是不需要，就是反正我们就着眼未来吧，老铁。哦，斗子可以播一场是吧 ？OK OK， 好多人都不知道你们卖衣服。OK OK， 了解了解。六改，斗子波有路人。哎，某宝是没有路人吗？我记得上次有路人买啊。有，上次还是上次？但斗子可能路人盘大一些吧。哦，斗子肯定路人盘大一点。你再研究一下吧，研究一下，不着急。是吧？也有啊，某宝也有路人，因为我记得上次就有路人，因为上次第一次出了问题之后，有好多那种路人他不知道。对。因为你在那个微博或者哪个地方通知他们不知道，你只有在那个你只有在那个上面就是。通知才有用。我看一下，某宝路人很多，而且我们大陆以外的可以买是吧？其他地方都买不了。OK OK， 哦，就是大陆以外的，就是没有办法在抖音上买。哦，嗯，但是这不可以啊。我也其实不会在淘宝刷直播，我只是点到他专卖店，有的时候他会在直播，我就继续看一下。对对，一般都是这个样子。吴老师怎么换衣服了？都播。周一还余播吗？不一定啊，这个要看周一的是什么情况。你六点钟播完，你不知道播到几点钟啊？你就算是播完余播，也就是也不会就是说，播很久，应该在外面吃饭啊，或者怎么样的，嗯嗯，是吧？就是吃个饭啊，聊聊天啥的，也不会就是又回来，然后继续就是打的 PK 啥的，不会了。我问一下，两个对，可能跟上次一样，两个一起播，哎，好像两个一起播是，我不知道吧，好像。因为你说实话，抖音是只有一款衣服，它不能那个是吧？嗯，抖音是只有一款衣服，它不到就是不能就是过那个时间噻。就你是做不出来那一款。哦，是只有一款噻。嗯嗯，对啊，你就抖音就不上那件衣服就行了。好，对吧？不行的，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可以就是两个一起播啊，它双平台播好像是不符合平台规则的，我记得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我之前我有听说过，就是说好像不能双平台播，不能吗？对，哦，是的，它这个好像不符合那个平台的规则，而且你哦对哦，而且你到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可以双平台播吗？哦，可以双平台是吧？但是库存不好算啊。那还是那个叫什么吧？算了，还是单播吧。要不就是淘宝播一会儿，再去抖音。哦，对。转到抖音去。啊，对。要不就是淘宝和抖音，我们明天一起播了。六到八点，然后我们再转到抖音。对对对。到十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倒是也可以。就播两场呗，对，对吧？你先播淘宝，然后再播抖音嘛，
这有什么好累的？你又不是每天都这么播。对呀、啊，没事，你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累一点没关系的，我觉得，对吧？你自己的事情你还能累谁呢？你只能累自己啊，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没什么那个叫什么，我觉得没关系。对，同一家公司双平台两个手机同步。哦，哦哦 ，OK OK， 了解了解。但我们还是不要了，我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有点那个，算了，我们考虑一下吧。就我们考虑一下，反正就是先在某宝、啊，肯定是先在某宝啊，大家可以先去在某宝等。我们考虑一下吧，对，我们计划一下吧，这个，这个反正第一场还是在某宝啊，你们下单在哪里下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对，你们下单在哪里下都是一样的，对，在某宝和抖音下。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照顾你们自己啊，首先是别想我们。你哪个衣服？你们是顾客，你们先考虑自己，别考虑我们。对，你们怎么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你们怎么方便怎么来？对，抖音方便那就抖音买，淘宝方便淘宝买。对，对，看你们哦，千万别说我们怎么怎么样，没什么的，没什么区别啊，没什么区别。没事啦，然后也可以随便去骚扰那个客服啊。嗯 ，OK OK， 了解。OK OK， 行。今天我们找一句休息啦，老铁们，你在庄周里吧？是多。明天我们去定一下装修，然后后天我们见吧。是多。Wake wasting your time。老铁们，希望大家能睡个好觉哦。明天好好那个。好好什么？明天好好什么？好好上班。干嘛说出来？完了，明天老铁们，完了。这个吧。感谢我们鸡猪老师，感谢我们叨叨，感谢我们小五老师，感谢我们小脚猪，感谢我们猪我姐姐，感谢我们茉莉酱，感谢我们辛苦的朗读员，感谢我们露皮，感谢我们牛奶汤，感谢我们伊文，感谢我们圆角，感谢文文，感谢柠檬气泡水，感谢小表情大爽，感谢小林姐，感谢小年糕，感谢一念之间。二感谢派派，感谢七糖，感谢我们锦油，感谢搞搞证，感谢我们孙爱学啊，感谢奶绿，感谢我们的不许偷吃两公主，感谢丫鬟纸，感谢文文二号啊，感谢阿呜，感谢陌上，感谢樱桃，感谢各位。拜拜了，看看你啊，行，看看这个臭女。你嘴角向下的舒喉很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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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拜拜。